好，我们议员们，我们等亲民党的代表啊，那我们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要审议的单位啊。今天列席的官员有我们的主计总长朱主计长啊，主计总长啊。那我们第一个单位是国家发展委员会，那主委有打电话来，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请副主任委员、正副主委啊、来代表列席啊。那其他的各单位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啊。那周成委员还没有到啊。如果那个亲民党的助理也在不在？好，来了哈，好好。这个对不起，好，那么亲民党党团，刚才我们联系一下啊，他们已经在前来的路程中，但是他授权，只要我们其他三个党团没有意见啊，那亲民党党团他们都接受我们的决议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啊，我们首先针对国发会啊来进行整个预算的处理啊。大家手上有没有这一本？哦，这个啊、哦，都有吧？哈、哦，啊，好，我们看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啊、哦，这三案都是业务会的通案，删减的部分都是委办会啊、哦，所以我们就通案处理啊、哦，这三案就通案处理，所以在提案的简略的部分，我们就通案处理啊。那这一点各党团应该没有意见啦啊。一二三案就通案处理。那我们进入第一幕啊，一般行政啊，一般行政在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会。那么来，大家看啊、哦，看啊、第一幕啊、哦，第一幕的部分啊、哦，五六啊、哦，五六两个啊、哦，是审查会的结论啊、哦。审查会在第一幕简略啊，99万冻结5%，然后做进行专案报告。不，这对不起，那个，那为什么改冻结125，改书面报告？审查会的结果怎么可以？不是，这个是委员提案的。哦，他有新提案，新提案，新修正。好，哎，这新修正。这个
这个委员会的哈、哦，先把它啊、后面的部会哈、哦，后面的单位委员要先就是在像昨天在委员会处理，然后再委员个别党团的提案，不然你这样子哈、哦，你这样子大家会比较看不清楚啊、哦。来，我来说明一下啊、哦，我们看国发会的第一幕啊啊、哦哦，第一幕的第五案、第六案。是委员会的啊简略的部分啊，第五案是委员会哎审查会啊，就是委员会简略哈九十九案，那冻结啊5%，然后提啊专案报告，这是第二啊第一幕的部分啊，第一幕的部分总共有两案了啊，那么啊。国民党党团的原委员他冻结125万提书面报告，那这个原委员这书面报告已经有5%的专案报告，同样是这第一幕还要书面报告吗？就并在一起哈。那理由要把它并在一起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并在一起了哈，就并在一起。我那个报告院长，那个是统三第五项是统哦，一般完了中心新村的中心新村不准了啊，那个不是，那就是九万那个院长，他第五案的部分本来委员会是删除掉了，所以这一案是多的，这一案可以不用哦，好，第五案也是通三的部分了啊，对，所以那个第五案的。啊、审查会的99万的一个简略数，我们纳入通三处理啦，好、哦，纳入通三处理，好、哦，所以第五案啊、哦，就同样跟啊第一幕的第五案，它是通三的部分，我们就纳入通三处理，好、哦，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啦哈、哦，我们通三就依通三处理，这个简略数一定比99万多太多了啦哦。所以我们第五案就通三处理，所以99案的简略我们就撤案了啊、哦，就不通过了哈、哦。晓不晓得？不爱会。上面。副主委车子是吧？对，因为我的车子就是因为已经。不，你已经通三，你不买，你就把这个。你就不必再简列99万嘛，这个就纳入通三，你可以做调整嘛。好，那我要勾爷嘞，哈。就是通三处理。好，通三处理啦。交会的对那么，嘿，你要找单的你就把你这99万纳入你的通三的简列部分嘛，啊。那个，那么第一幕的第六案哦，第一幕的第六案哦。啊、严委员的就纳入审查会冻结5%提专案报告，所以第一幕我们就冻结5%提专案报告啊、哦。那严委员就纳入啊、哦、并入啊、哦，就并入嘛，我们不是撤案哦，是并入嘛啊、哦。那第二幕我们看第二幕7-11案，第二幕7-11案规划及推动国家发展计划综合业务啊。哦，那第七案啊、哦，陈委员他改主决议，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主决议在第七案，大家看一下第七案几个党团啊、哦，在这个大本的第七案啊、哦，改主决议。在哪里？有发给大家？在哪？在单张的单张。哦，就是白色的第七案，这边有一个第七啊、哦。第七，好，那么大家看一下啊、哦，有没有问题？一个月改成消费期吧。啊、哦，对，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们都改消费期了哈，因为，嘿，都改消费期。好，来，请林委员。因为这个部分，他们在跟陈委员沟通的时候，定为下个月。那我们是否能够？但下个月是过年呢？对，
对，我知道，那能不能所以我们昨天不是说尽快用尽快这两个字，他搞不好跟你拖一年多。那当时如果说知道下一个月是过年，为什么行政部门还是答应？所以行政部门没有想到这个，所以有些一个月也有两个月的。所以我们昨天不是都做一个决议啊，都改下会期，下会期就二月一号报到，大概二月底开始他们就可以来了嘛。对他们应该这个不难，他们做得到。不是啊，林玉才啊，行政部门，你这样插进来，昨天大家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到十四。其实昨天审到这个，我行政部门跟我说三个月，结果来到这边改下会期。其实我有一点已经来不及讲，而且这个是稍微去排就好了，对吧？这个部分我想说，因为陈委员。对他的案都很注重了哈，那啊，陈委就要来讲嘛，都已经沟通说一个月，当然可以的，没有关系的，根本不懂，那昨天吵都讲了，不要把林伟让林伟人讲，没有啦，那个没有啦，林伟，我跟你解释一下哦，那张公啊，请客，你今晚跟谁会让下个会期不代表，这是白做乌哩，那灰啦，所以总该对好一点嘛，爱挂较深的啦，那灰灰爱挂较深的啦，真正是下一个月嘛。我的意思是说，行政部门都愿意了，不是啦，那他们，您可以询问一下他可不可以嘛？因为他是执行单位嘛。这是在这里大家做统一处理的，这么讲的话嘛，你约束一下吧。我们是这样的哦，我们非常客观的来讲，下个月是二月啦，二月刚好整个月都在放假啦。你叫他一个月进来，我们也没有开议嘛。那你一个月，你一个改两个月，一点意义也没有啦，也是在三月初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昨天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因为行政单位他们在跟委员沟通，委员都会要求好，你就两个月内，那他们也不敢拒绝嘛，一定说好好好好好嘛哦。但是我们是考量我们的开议时间啦，哦，你让他送来也没有用啦。那只要会期一开始，我们就积极的请各部会能够尽早就尽早，只要会期一开始，好，那会期开始还要大概要在两个月啦，好，好来，院长，这个写清楚了，写清楚的后了，嘿啦，一定会处理啦，好不好啊？好，我们好，这不是讲他要能够明天就给你，我当然更高兴啦，好，因为就解决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就因为这是预算案，哦，那我们是在处理今年度的预算，所以下个会期也是五月底以前呐，啊，他一定要送来啊，好，哦，所以大概也差也是四个月内啦，应该还算 OK 啦，好不好？哈，哦，好，好了哈，哦，那这个主决议我们就改下会期就通过了啊，哦，来第八案啊，哦，第八案是长走的林委员的。啊，动辄一千万，那要不要表示一下意见？我想我稍微在这边表示一下意见哦，因为其实关于这个国史馆跟其他相关组织调整整并的这个事情，那我已经追踪蛮久的了啦。那老实说，这个事情也不是新的事情，这在马英九政府的时代也已经提出研议。那我真的搞不太懂，一件到现在的总统也提出过说应该要整并。然后立法院也支持，去年就做过决议了。然后这样子的事情，大概可以永远的报告写来的状况都是说，因为它是跨部会，所以很困难。但是我们看到是没有任何进度了，我们看到就是没有任何进度。那我想，虽然这个不是预算很高的这个部门，但是我一直是认为说，威权时期留下来那些很多奇怪的，因为国家政府修史这件事情，在现在。先进民主国家里面，我们大概是当今仅存的啦。所以像这样子奇怪的组织，我真的是希望可以赶快除了省钱，另外是效率，然后把叠床架屋的事情赶快处理好。因为如果总统也认为要做，立法院也没有挡的话，我完全想不到进行不了的原因。所以我在这边提哈，我具体希望，因为按照这行政院功能业务与组织调整暂行条例。里面提到这个组织整并应该由业务承接机关主政总体规划，那其实就档案局啦。所以我希望这个国发会这边齁能够处理的不是只是国发会写一个报告来啦，因为我在这里面写的冻结，然后希望写的报告它是
我怕你们到时候又是每一个部门写一个报告来，然后最后每个部门写的报告之间就又是说互相之间跨部会很难协调，所以我希望写的报告就是所有相关的组织，所有相关的部门一起写一份过来。你们要自己去找到跨部会一起讨论的方式，然后就要把进度写出来嘛，这样可以吗？只是在造谣。好，没关系，那冻结1000万，因为他的经费才2000万而已，你要不要就冻结100万怎么样？5%，就像第一幕一样，因为他的经费才2000万，我们的昨天的冻结大概都是5%到10%之间。但是我要先确定你们是可以把相关单位都来协调。他要书面报告，要你提这样的建议的一个书面报告冻结，这样很好啊。跟主席还有各位人报告，就是主改的事情并不是由我们这个国档案局来主导，而且就说因为他要并那个国史馆，国史馆是那个二级单位，那他的档案局才三级单位，所以主改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完全会配合，就是说如果到时候有什么进度我们绝对会配合，但是我们不是那个主导的单位，而且这个预算科目砍的是中规处的费冻结的费用，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我们的困难度啊，在这里先跟各位报告。我想我们这个组织调整暂行条例上面其实它就是说业务承接单位要写，那业务承接单位其实就是档案局，那如果档案局没有办法，要不然你要不要直接讲问题卡在哪里？因为总统已经说要了。这里好来，因为这是院外单位，然后结果最后又因为他是院外单位，所以现在找不到一个人来做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延宕10年了嘛。来说明一下，到现在是我是档案管理局啊，跟委员说明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组织整并这个案子是正面跟开放的态度，我们是很乐意的。那但是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层级的问题，还有隶属的问题，你可能那个府跟院的政策必须要决定之后交办给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人事总处，他就会找我们去做整个沟通。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总统没有交办，他对外讲但他却没有交办，是这个意思吗？目前在这个我们只有从间接看到报告而已。你不要害总统。没有，不是，不敢，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这里面会有人员安置，像国史馆本身它除了是中央二级之外，它的高层的位置都是14等以上，那个有安置的问题，所以不是档案局能决定他们去哪里的。但是你们应该可以，因为你们就是承接单位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不是可以，你就要不然就是直接看怎么样能够跨部会，要不然我们对，因为我们没有要你们决定啊，就像我们每一项希望能够做到整并的案子，其实都是希望那一个承接单位他给建议而已啦。讲出来，容量呗。我简单讲就是，你们当然不能决定，你也不能指挥总统府的部门要怎么做，但是你们做出一个具体的建议的计划，而且我是希望你们发函给相关单位来一起讨论嘛。所以我希望最后的报告就是这些相关单位你们总算有一起讨论的啦，我不想去追溯为什么你们没有坐下来一起讨论这件事。报告委员，那个行政院的主改的权责机关其实是人总，那人总他曾经有征询过相关机关的意见，所以他是在做会诊的，所以我们是配合人总曾经去开过会，然后也做了一些讨论。好，那他也找了国史馆去做讨论，所以他的那个权责机关应该要人总这边来做发动。好，来请柯委员。不啦，这是安尼啦，你们请不着住啦。啊，这国发会这个预算哦，中国国家处的2000多万，2000万，你看要动1000万就不，那大概就不会动了。那找错对象了，整个国家主改一定是总统和行政院长两个要去弄清楚。到目前为止哦，我们主改哈、哦、拖到现在还有几，包括经济部、交通部还有几个部会都还没处理啊哈、哦。那这个整病的事情，事实上在前面那一波从来没有处理到。现在已经要处理的，我现在调理另外一个处理，还有相对应的法案，还有4个法案还没修了、哦、就是进一步啊，高雄部那这几个很重大、哦、至于那刚才讲对了，人事总处啊、哦、是总处长，他也是要看行政院、看总统府，这有没有整并不？但长远的方向是这样，目前为止大概还没规划到这里来啊，但也可以做要求建议说应该搞，但干嘛？有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找对人，你把它弄几千万，卖冲你家啦，你冲的不？没有啦，他讲完。你刚才照在人事总处，那个
那是他会来嘛？他们来，你来给他讲，他就因为主意半行的啦，也是被整病被换指挥的，不是上级的啦。好，来，请我三个单位都有动，不是只有动你们。我之所以人总跟你们跟国史馆都动，就是因为我如果只动国史馆，你们会听他的吗？一定不会。国史馆跑来，因为我也问过国史馆很多次了啦，我嘛我们人总啦，你拢杀来杀去啊，三个单位你头都要讲找人总，我当然我嘛动人总啊，起码都是三个单位的问题嘛。所以我就刚刚我的意思是讲，你们三个都说因为被林长佐动了哦，或者说被立法院动了啊，立法院去年也做了决议，所以三个单位都有被动，三个单位就一起出来开一个会，这干嘛像困难？啊，这嘛讲斩您的代志啊。我哪公敢他动你们不动他们？当然你就说啊，我要去怎么叫他们？他们不听我的。你现在去跟他说，你也被动了、啊，国史馆立马被动了、啊。我们现在三个相关的单位都被动了，所以我们坐下来讨论一下，要才可以解冻。都安内娘，我刚刚这波困难了、啊，你都发一个函说，因应这个好、哦、被冻结啊，几千万啊，伤济，咱当然咱来讲降低到这个5%，咱100万啊，迄落。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三个单位都感受到压力，三个单位坐下来讨论，看谁来主责写啦。因为都被动了嘛，啊，让这个事情可以十年来哈，从马政府时代到现在，他一起写一个报告啦，三个单位卖上来上去，我拢吹过呀啦。因为啊，你给三个接了也讲无路啦，这面三因三个接的我就管的。这是总统的问题。甚至哈，啊，因为这总统讲的嘛，我一定会让管。这行政交总统，大家要去，对，要去处理的。现在来讲，我们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刚刚刚主改爱宠的。还没处理，还有嘿嘞，这一波连送州送没有，还没送进来，他们那个还早了，嘿嘞，这个案子哦，我们现在在审议，是审议国家发展委员会啊、哦，是审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是国发会，不是档案局哦。那林委员的冻结是冻结国发会的预算，不是冻结档案局的预算哦，是第二幕啊、哦。那是不是？要啊，跟人事总处还是其他的单位做一个整合，提一个书面报告。我觉得委员是有权利来针对你的单位来做冻结，请你们啊，你没有办法，没有权利要怎么整合？你们开个会之后，还是请示之后，你只要把过程书面报告。送交给委员会，你的任务就完成，不是说你就能够决定我一定要怎么变，因为那个是上面的政策，但是他只是要求至少你们总是要开个会啊，了解一下，好、哦、啊，没有结果就把没有结果的过程用书面报告，他不是要叫你来专案，你就书面报告送过来，这。也没有什么困难嘛，是国发会哦，不是档案局哦，它是针对国发会的预算哦，所以我觉得长佐你也不要动到1000万啦、啊、哦，你动个，我看就配合后面哦，我们看后面第八案哦，这边啊、这个严委员有冻结100万啦、啊、哦，那个曾委哦有就第九案啦、啊。第九案有冻结100万，我们就两个并案提书面报告。好、哦，他说要提书面报告嘛，就提书面报告。对啊，就是都冻结100万了，好不好？就是冻结100万。那个我们那个审查会减列50万呢。那等一下我会最后我会宣读啦。好、嗯，哈，我最后会宣读整个目的一个结果啊、哦。那就合并写一个书面报告，那把他们。冻结的理由，你就把书面报告里面，哦，你至少哦，是不是招几个请你至少也可以请行政院帮你们请政务委员帮你们招几个会嘛？说我的预算被冻结，那人事总处也被冻结，那国史馆也被冻结啊，总是要有人出来开个会，把结论让你们能够回应书面的报告嘛，好不好？好、哦，这不会困难。结论就是等长官指示啊，好，好，搞不出名堂的，好。好，那现在常委员就改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了啊、哦，就配合严委员的书面报告。那第10案是撤案，
十一案是黄委员郭昌的案子，他是冻结200万，黄委员要不要说明一下？来，国发基金之前在做各式各样的投资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发挥国发基金它所划定的制度功能？还是如同在舆论上面被批评，可能已经沦为纾困基金了？甚至被投资的公司在国发基金投资当作招牌的情况之下，出现各式各样在公司治理上面荒腔走板的情势，那甚至有关的行为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钱投资以后，结果变成是钱被洗到中国去。而这些案子，其实我在过去两个会期里面，我已经质询过非常多次了。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希望透过冻结的方式，那请国发会针对这些事情来进行专案报告。昨天跟国发会的副主委针对这件事情有商议，那国发会他们所提出来的建议是希望只冻70万。那我可以接受，但是要专案报告。这个专案报告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配合。配合那，国昌委员，那干脆就冻结配合100万，让他们来专案报。我们的目的是专案报告嘛？没有问题。好，那好，来，我就做这个第二幕了哈。我们现在进行第二幕啊，第二幕在。委员会是减列50万，那么各党团提冻结100万，包括严委员林长佐委员，还有黄国昌委员，但提专案报告。那严委员跟林长佐委员提书面报告，好、我看我就三个一起了，反正你既然有专案，就专案来说明了啦。干脆就一个专案报告，好，那就来了，三个一起专案报告。好，反正对，都结合在一起吧，结合了哈，好不好？好，那第二幕我们减列50万，冻结100万，提专案报告。那要针对三个委员的啊。好，那现在进行第三幕啊，大家看到第三幕第12案、13案。十二案是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那么徐志荣委员也是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哦，这是第三幕的部分。那么第三幕，委员会啊，他是冻结10%，提专案报告，这是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哦。那就并入委员会，尊重委员会，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第三幕就并委员会冻结10%，提专案报告。这个专案报告你同样可以并第二幕的专案报告一并，那个副主委一并并第二幕一起，好，就是把它提同样的专案报告，好，来解冻啊。那我们进行第四幕啊，第四幕是委员会是照例啊，我们就通。第四幕是委员会都照例的哈啊，那我们的提案两个都撤案，所以第四幕我们就照委员会的意见啊通过啊。那么第五幕啊，促进产业发展啊，在委员会是冻结10%，提专案报告。那我们第五幕第16案啊，黄昭顺委员的跟委员会的是一致，我们就并入啊。那么第17案是撤案啊，第18案他是洗书法是冻结5%，书面报告我们就并入，因为已经是10%专案报告了，所以我们就并入，好不好？好，那徐志荣委员是冻结10%，也就是书面报告我们就并入专案报告，改专案报告都并入，没有撤案就并入了啊。那亲民党党团。是冻结1/5，我看是不是也是冻结10%，提专案报告并入这样子。
改动10%我是不坚持的。好，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国发会要提供更具体的办理内容跟他的经费估算以及项目的书面报告出来，好不好？他已经有一个专案报告，你就用专案报告来处理了。专案报告你就会把你的意见纳入他的专案报告里面了。好，所以亲民党我们就同样依照委员会冻结10%专案报告啊。那严委员是冻结400万，这个也没有超过10%，我们一样纳入好10%专案报告。那徐志龙委员怎么提两个都是冻结10%提专案报告，都是第五目。没关系啦，我们是整目处理啦，哦，所以这个就纳入冻结10%提专案报告，书面改专案哈，哦。那严宽宏委员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这个我看就纳入10%提专案报告了啊，哦。那么24案的话是江委员启程的冻结2000万提书面报告。这个是不是一样是10%提专案啊？因为你有专案的，你就不必书面嘛。他要本人要来了嘛，哈，那就纳入了，就并到10%里面了。起诉要冻结5%书面的一样，所以我们16到25案啊，哦，我们第五目就冻结10%提专案报告。那请国发会要针对各委员他们在提案的冻结的原因，在专案报告里面把它呈现出来，好不好？哈，好。那我们进行第六目啊，第六目大家看第26案啊，委员会在第六目是冻结5%，同样提专案报告啊。那么冻结5%提专案报告。我们26案李延秀委员是改动结1/10提书面，那已经有专案报告的，我们就以专案报告为主了啊，哦。那动结10%就是10%，是不是就尊重委员会5%了哈，哦？那么严委员是动结50万，那50万比5%就并入了啊，哦。那个28案的主决议，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有没有看？有改主决议吗？28案，大家看一下28案。在大本的里面也有，大本的里面也有啊，哦。这个你们看过是你们写的吗？啊，那是新的，哦，啊。早上有新的，对，我们会配合看。你下来哦，你下来不要紧了。28案，对呀，3个月改下会期啦，哈，3个月一样改下会期哈，好，这个你们等一下，所有的时间都是改下会期哈，那能够早就早哈，那内容怎么样？没有问题吧？对，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下会期就啊，28案就通过啊。那29案冻结50万书面，我们就并入啊，哦，冻结5%专案报告。第30案的主决议是王义民委员的，有没有30案？大家看一下30。30是在大本的吧？对，也是在新增加的。重新写，重新写。好，来，大家看一下啊，哦。另外一个白色的比较大本的这一本啊，我讲马博啊，接着接着看。王义民的哦，王义民委，这里面有看过吗？啊，能可不可以接受？啊，看，我看一下啊。要放下来大家看嘛，王博都有，一定会哦。3个月还是改下会期的，下会期。你们看一下，各党团看一下啊，哦。好，如果加强研议提书面报告送经济委，我觉得这个还好啊。经济委员还没审嘛，他是草案呢，啊，他只是研议而已的哈，哦。那我们就改，我们这个就30案就通过啊，哦。那31案啊，哦，这个冻结5%提书面，这已经改专案啊，哦，这个就纳进去啊，哦。那么32案冻结100万，这个冻结5%就
1000%，我看也是百分之，我看也是动着5%提专案报告了，来好不好？孔委员来，32案是那个林立产委员的提案，对哈，他特别要我在这边讲一下，就是说他主张冻结50万啊，就是大概是5%嘛，对啦，对，那就以5%。但是现在就是说国发会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揽才法哈，这个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还有新经济移民法，这个是会不会照顾到我有没有把新住民放进去了哈？那你这个是解决产业发展跟缺工的问题嘛？那林委员是说，希望国发会在招揽这个人才的部分，要把这个新住民的这个权益也能够放进来了，啊，是不是可以这边请国发会说明？那个你在专案报告里面啊，针对这一部分也要有所说明，好不好？好，那我们第六目啊，就冻结5%提专案报告。那专案报告啊，除了主决议之外，其他的冻结事由啊，我们并其他的专案报告啊，一并要把它详细的说明清楚。OK， 第七目，第七目的话啊，委员会委办会是通案呐啊，向下的委办会是通案，所以健全国土规划及经营管理第七目通案的部分啊，我们就依通案处理了啊。那么第七目总共有几案？33哦，从33开始啊。那么我们委员到多少？委员会他是冻结10%，提专案报告了。叫委员会就好了吧。那这个有我这边来，高路委员，我这边的来，因为这个地方创生好，法制化，其实我质询很多遍了。我们从这个去年就已经讲说今年是地方创生元年，可是如果是说参考日本的地方创生的政策，它至少有2个专法、3个组织在推动，甚至还有编列一定的这个预算来支持地方创生，还有一个就是地方创生担当大臣，也就是中央级的一级的这个主管。可是到现在我们只看到就是赖院长的这个地方创生汇报，但是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哦，你只是汇报，但是你都没有一个决心说我真正的要去推动地方创生。因为地方创生对我们花东原乡地区非常重要，它就是要让这个让这个年轻人回流，让人回流，然后刺激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所以呢，我在这边是具体的就是要冻结20%，除了就是说要让这个地方创生的这个政策法制化之外，还要就是建立一个就是有关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专案的计划。这个能不能做到？什么叫法制化？要修法是吧？还是这样？不是啊，地方创生，你所谓法制化是怎么样？法制化就是要有一个专法呀，专责单位，你这个也是你们自己的，我们立法院法制局，立法院法制局就讲了，如果要推动地方创生的政策，其实应该朝法专法的方向来推动，否则你的地方创生元年会不会只是元年？你如果真的要推地方创生，你就法制化，然后还要有真正的组织在推动，现在都没有，现在是散落在各个地方，然后只是说由国发会来去统合而已。这个怎么法制化？你讲清楚了，你不要讲一句话。现在哈，民间的学者都已经有提法案，你就去提嘛，我来看看你的通不通啊？啊，不是啊。我们提了也没有用啊，全部都要行政院要提一个配套提一个院版的，不就是你一定要提一个院版？讲一个名词，在那边无尽的话啊！你去看看日本嘛，我们台湾推地方创生这样子，不是会被笑？都是讲说我们要参考日本。这样子啦，哈，这样子啦，来了，我来。他讲了，你们帮我回答。我来。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跟委员解释过了，就是现在地方创生也是我们国发会现在三大的一个主要政策，哦，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已经实际上已经有动起来了啦。那不过委员还是坚持要往那个专法的方向来推动。那
当初我们由赵委员来沟通，我们也愿意配合。如果说委员坚持在专法，那我们也可以把国外专法做一个比较研究的一个报告案来做报告了。但是在推广上，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们国发会现在，因为我们国发会的主要精神已经用在推动上面，可能不会用在推动专法上面。但是我们愿意就专法各国的那个的实施状况，我们也可以再跟委员来做一个专案报告。其实也是可以请副主委讲哦，日本的地方创生政策中先后通过了哪两个专法？这个来我来处理的哈，我们专法的名字要不要讲一下？这个高路远，我们能不能不要啊冻结20%？我们一样冻结10%，配合委员会他的专案报告里面能不能立什么法？然后你们到底在创生元年在部会的统合做了什么事情？你在这个专案报告里面，你就把它报告清楚。那如果有其他的国家的立法律，你就把它找出来，可以朝这个方向，哦，也可以跟委员会做一个说明啊，好不好？哦，委员，好，哦，这样好不好？好了，那就冻结就是10%。好了，好，那我们就专案报告。好，就是专案报告，专案报告。好，来。我想高路用也是在经济委员会嘛，我们的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是冻结10%，就是这样子的报告了哈。对，那我也希望说高路委员你也能够尊重我们，因为你也在经济委员会。对啦，所以他尊重了，他是。但是刚才我不同意，刚才副主委讲说，你说地方创生已经在启动，我昨天也开了一个地方创生的协调会，我想高路用要把这个冻结提高到20%，最主要就是说你花东地区啦。花东地区的地方创生，那原住民有很多这些没有啦，我就有说了，还有我是说原住民的地方，原住民的部分也要坚持啊。我们两位原住民没有只是花东哦，孔委员，我每次的咨询或者我的每次的预算案都有照顾到你的选民哦。才把冻结数才。我们今天是在审国发会的预算，不是审原民会的预算呐啊。所以地方创生不只是在原住民呐啊，地方创生包括渔村。包括偏远的农村，哦，各地都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目标了啊，哦！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局限在原住民，所以刚才高路委员才说你要不要立法嘛，要怎么处理嘛，我们就让国发会好好的准备。然后专案报告的时候，好好的你们就问个清楚。那时候内席有相关的部会来，你们也可以问，像农委会他也会来内席，因为这个创新的产业，农委会是重要的一环嘛。还有中小企业处啊，当然啦，都对了，我知道一定蛮多的了啊，哦。我想哈，哦，所以这个专案报告我们不对啊，大家哦知道这个方向，其实都知道的啦，我们。赶快审议，不然就会到今天晚上又2点了啊！好好好好 好, 好，我们第六目了哦，哦第七目哦，我们冻结10%，提专案报告。那针对啊创生元年这个创生元年这么一个啊政策目标啊，哦，也希望哦国发会能够把它统合之后，把它说明清楚啊。哦来，我们进行第八目啊，哦。第八目，大家看第36案啊，哦。第八目在委员会是没有简列了啊，哦。第八目在委员会没有简列，但是我们这里啊，哦，黄委员国昌有冻结102万2000元啊，然后我看一下后面，多少的预算多少啊？那严委员是冻结89万6000元，那徐委员是冻结10%，提书面报告。那么针对第八目啊，管制考核啊，黄委员这边怎么样？总统官这样。上个会期总质询的时候。我跟赖清德院长说明了，240啊，庆富猎雷舰弊案，炸弹洗钱，
犯罪的所得，竟然被这一些犯罪分子洗到高雄大寮水上乐园去，这个事情很严重。当天总质询，赖清德院长承诺我会责成国发会、经济部，他们控制高捷公司过半的董事，针对这件事情进行彻查。问题是，在接下来所有对外公开的资讯，以及到本院来进行的专案报告，连白纸黑字的书面报告都乱写。我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时间，高捷公司发了声明，说 QD Partner 跟新德利公司是两家完全独立、不相隶属的公司，这是谎言。QD Partner 为什么重要？陈庆南、陈伟志就是透过 QD Partner 这家纸上公司，在我国炸贷，透过 QD Partner 把钱洗到中国去。新德利就是 QD Partner 的子公司，结果他们竟然对外讲说这是两家没有关系的公司。更严重的事情是，在2016年12月的时候，当初 QD Partner 跟高捷公司所签约的订约金，结果那个钱是庆富集团汇过去的。庆富集团在那个时间刚好就是跟公股行库在炸贷取得金额的时候，我就说，哎，这笔钱明明是 QD Partner 把这些脏钱汇到高捷公司，那为什么是庆富集团汇？他们说啊，因为 QD Partner 在台湾没有账户，所以请庆富集团代替汇，所以送来国会的书面报告胡说八道。QD Partner 在台湾怎么会没有账户 ？QD Partner 在台湾的银行的 OBU 账户里面一堆啊，当初就是利用那些 OBU 账户，把炸弹洗钱的钱洗到国外里面去。我那天在财政委员会联席的时候，经济部有到，国发会有到，我全部都问，谁要为今天提出来的书面报告负责？所有被请上来代表的官员，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为提到国会的报告负责，因为上面乱写啊，被抓到了。当天高捷公司有派总经理来，他说他因为体制上的关系，他不愿意上来备询，那也没有关系，他不愿意面对。结果回去以后，回去高捷以后，他自己在内部发信给员工，抹黑说黄国昌在抹黑高捷。我讲的每一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全部都被证实是真的。更严重的事情是，在2017年5月的时候，高捷公司的董事长郝建生就跟 QD Partner 陈伟志、李维峰那两个被炸弹起诉的人，他自己在检察官侦讯的时候就承认了，说我被要求要跟庆富集团做切割，那个时候就发现接下来会出事了，开始进行切割计划。而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要求国发会、经济部、赖清德院长在院会总质询给我的承诺总要兑现吧，结果到目前为止继续拖着啊，没有处理啊。我们国家由中央政府控制过半董事席位的公司，竟然在帮助两个炸弹洗钱犯把炸弹洗来的钱搞到我们高捷公司里面的开发案，哪有这么离谱的事情？我整整追了一个会期啊，到目前为止能拖就拖，能混就混，能闪就闪，能说谎就说谎，可以这样做吗？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对国发会我也没有说要惩罚他们去删什么钱，我要的专案报告这件事情一定一定
这件事情一定要跟台湾社会说明清楚，怎么可以这样做？好，谢谢啊。那么第八幕的部分，除了黄委员刚才所说的之外啊，37案已经撤案啊，38案严委员是冻结89万6000元，提书面报告啊，39案是习委员冻结10%，提书面报告。我建议是不是冻结100万，提专案报告？啊，好，好不好？因为这个在委员会是都没有简略，也没有冻结啦。这个也不是只有好不好？好，好，冻结100万，提专案报告。那个国发会就针对黄委员讲的要配合办理啊。好，来第九幕啊，啊，第九幕，第九幕在委员会是简略100万。第九幕大家看一下啊，第40案啊。徐志龙委员是照审查会简略100万，那、第九幕啊，就那我们就照，因为没有其他提案，我们就照审查会简略100万啊，我们就尊重了啊。那啊、第10幕啊，第10幕是简略200万，那第10幕的部分，徐志龙委员的主决议有没有问题？第41案，你们看一下啊、哦。国发会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第41案，41案。好，各党团有没有问题？那、OK。好，那41案我们就照案通过啊。42案是严委员，他是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好，那43是亲民党党团是冻结25%，这个要不要请周成委员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呢、哦，首先我要讲一下哈、哦，我们这个数位身份证哦。它的推动其实、哦、需要有一个法源、哦、那目前看起来户籍法里面是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的，还有就是请政府、哦、要在个资保护的部分、哦、要有一个明确的保护机制、哦、那最后才是沟通嘛。那如果说对这些更便利性的科技、哦、我们是不反对啦，但是我们希望的就是说政府、哦、要向民众去做说明、哦、让大家都知道说推动这个数位身份证的好处跟坏处到底在哪里、哦、让民众能够解除这些疑虑、哦、然后再来推动、哦、所以这个案子、哦、我们坚持国发会、哦、一定要、哦把以上我所说的这些部分都能够做到，我们才愿意做让步啦，可以。好，但问题是你要他做到，就是你要动，法源哦、不然不要动，法源要明确嘛，然后法律的依据嘛，然后保护机制嘛，然后向民众说明它的好处跟坏处到底在哪里。来，那个国会要不要说明一下？我跟委员还有各位委员报告，当初我们也有去跟委员说明了。就是委员所关切的这个推动数位身份证，这主要是内政部的业务了。哦，那国发会当然在资料的保护一定也会尽量来配合。这全部都注意啊啦。身份证是内政部在处理的啦，哇，以前也是内政部在换花啦。好，我们。你或许你在那我们在院内写一个主决议啦，你写一个主决议啦，那看让各党团看啦哦，但不是针对国发会啦，是针对身份证的你刚才讲的这些理由写一个主决议啦，那大家看能不能再、啊、来后来。补充，我记得是上个月，其实跟余婉如委员还有几位委员，我们其实有针对这个议题开过公听会了。嗯，那现在是国发会在研议，但是像我赞成刚刚院长提的，其实他牵涉到的是包含其他的一些串联跟部会，所以其实当天公听会有其他部会来，所以单纯往国发会这边是我觉得有点太窄了一点了，我赞成像院长这样的建议了。好，没关系，我来处理这个，你
主写一个主决议，将你刚才讲的哦，写一个主决议啦哈、哦，然后这就原请还是啊、哦，就各政府部各部门哈、哦，要协商要怎么处理，你们写一个主决，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一些啦。好，没问题。但是这个冻结我看就不要了啦，因为你找错人了，对他来讲也是冤枉啊。好、哦，我们这个冻结是不是就？第十目的部分啊、哦，已经减列200万，那这边有冻结一个200万的部分，提书面报告，已经冻结200万了。好了，好了，好啊，那你就改主决议了哈、哦，让他看一下。好，那这个严委员这里冻结200万有需要吗？第42案，第十目的第42案。这个既然委员会已经减列200万了，我们就不要冻结了啦，这个没有意义了啦。而且他的专案报告太多了啦，因为没有冻结，但有减列。我们专案报告太多了哈，也不换少这么一个书面报告啦，怎么样？啊，是的。那个虽然严委也没有在哈，那我们审查会是有减列200万。对啦。那我是希望说，还是能够尊重一下严委员啦。冻结200万，不是啦，减列200，冻结200，那个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国发会的专案报告前面都是专案报告啦。对啊，你在一个书面报告有什么意义？你要的东西可以在专案报告的时候来问他嘛。所以这个，因为如果今天国发会没有其他的专案报告，我们就非常支持。一定要有书面的报告。你看，从前面好几幕都有专案报告，那我们这个再多一个书面报告，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就用减列200万的方式来处理。减列200跟冻结200吗？专案报告吗？对啊，妈的，专案报告前面就一堆了。这个烟鬼是书面报告，你现在又把它改专案，我的意思是说，已经减列200万，那你现在冻结这个200万，提书面报告。要不要啦、啊、如果你们了好啦，如果这个可以看院长了哈。好啦，那我们这个就第十目我们就减列200万，照委员会的意见啦、啊、好不好？好、哦，那严委员他提冻结的用意在哪里？你们在其他的专案报告也一并做回应啦、啊。提议消除。好，讲好了。来，我们第11目啊、哦，大家看11目，委员会。啊、都照例、哦、我们就照委员会的意见通过。那各党团也没有提建议案、哦、所以我们就照委员会的意见通过。第12目会营业特种基金、哦、那我们就照例、哦、10亿5000元，就因为委员会是照例，这个是暂照例，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提案，所以我们就应该照例了。暂照例的啊，暂照例啊，因为我们要到院会通过才照例啊，啊来，所以因为这是自印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我们不要删了、啊，好不好？啊，好、啊，所以第十二目我们就暂，我们就通过了，我们就通过了，我们协商就是通过了啊。那么第13目一般建筑及设备。这个是通案统三的啊，我们就依照统三来办理。第一预备金90万，我们就通过啊。那啊、剩下就主决议44案，大家看一下主决议44案有没有什么问题？报告主席，就可不可以做部分的文字？来，赶快你们要看一下，请各党团看一下啊，民进党来看一下。就是那个最后面那个提出相关。44啊，就是那个一个月内也是是不是按照那个没有问题，那个都一并会改，然后提出相关报告，可不可以就是那个书面报告？好了，提出相关书面报告，刚才讲过了嘛？啊，后面那个就删除，不要向本院报告，就是改成书面报告。第44，来我看一下啊，我们44案啊，44案。主决议哈、哦，原要求官应以下会期内提出相关报告，并向本院报告，这样的写法是很奇怪了啊、哦。我们城镇省级
所以你的建议是提向原要求国会应以下会期提书面报告，对，好不好？对，提出书面报告啊、哦，这个向别院报告很奇怪，提书面报告一定是送到立法院嘛？那你送到经济委员会了？对了，就送到立，我们就转哈、哦，提我们就修正文字通过了啊、哦。来四十五是徐委员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只有几个字，稍微做一些尚欠完备，写尚待强化，是这样子。对 对，好，可以接受了哈、哦。这个徐委员也同意了，所以他有签字啊。好、哦，所以我们就通过啊、哦。来46案，46也是徐委员书法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尊重配合。好，那我们就通过啊、哦。47案来。47案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尊重。好，好，你们要看清楚哦，不要做不到，你们答应了就麻烦了哈。一直尊重，好像是你们替他写的是吧？嗯。好，47案我们得通过，来48，有没有什么问题？啊，48我们也尊重。好，那我们就通过啊、哦。好，那国发会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现在我们还有，到51。在哪里？哪里后面？还有哦，还有49。谢谢哦，谢谢。因为我没有，我赶快要结束，要赶快进入档案管理局啊、哦。49有没有问题？尊重。好，49我们就通过啊。50有没有问题？50也尊重。好，那我们就通过。那51是曾明忠委员的哦，这个一定要通哈，就是我们有这个等一下哦，文字修正啦，文字修正，哎呀，你这个人的问题，你把它搞到这边来啊，不是个人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来啦，你讲来，所以他也修正文字了，好来怎么修正来？就是在第二段的部分，本来是原址要求台山董事长吴荣毅应为法人代表，这一段改成就是原址要求国发基金建请台山董事长吴荣毅应为法人代表，因为这是由这个国发基金来负责的部分。哦，那下半部分那个创新六吧，工业技术移转投资台山这部分也希望能够改成另外要求经济部责成工研院创新中心那个投资台山。哦，就是加一段文字，这样怎么样？那个原始要求国发基金那个请就好了，那个建请就不要，那个建不用了，就请嘛。好，哦，那这个你不能只有建请，就请他已经很客气了，好不好？那个建就不要了。好，建请嘛，那个建就不要了，就请他。好啦，都一样啦，建请的请都一样啦。对啦，已经很客气了。那各党团有没有意见？来，我请教一下哈，那这个相关的董事会开了没？啊。最近有开过这个董事会，那已经这个要章程改变，董事会要章程改变，所以这个可能要到下一次的才会来处理了。对啊，那这次已经有通过，就是要让那个。我的问题在于说，曾委员的这个提案，即使我们同意的话，那还是要他董事会开会更改章程嘛，哦，才有办法处理。可以了，而且要到这个曾委员要不要等他们董事会开完你再处理？内政部由内啊，我立刻你家一把董不定了。应该在。内政部的，不是、啊、他现在董事会根本还没开、啊，你就加一个有内。哪一个事情不是现在？当然是以后再做啦。内政部完了，这样好不好？这个我们讲清楚，因为这个跟预算无关呐、啊。我有，那你把它放在预算里。然后现在人家董事会根本还没开嘛，你董事会要先开完更改章程了以后，你要这样要求，我们没意见嘛。哦啊！你现在董事会根本还没开啊，这个又跟预算无关啊！你雄雄差你家就奇怪了，一点都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你当然是还没有做啊，你等他交给国发会他的主席通过之后，民间公司呢？你主要是民间公司呢？啊，什么民间公司啊？什么民间公司？国发基金公股的啦，那都犯公股的。国每99%都是公股出的钱。99%公股出的，这样子啦、啊、他们做得到了，这样子啦哈，我们看民进党党团能不能接受了哦。如果能够接受，就
啊，我们就让它通过了哦，这个也是建请而已啦，哈、哦，啊，哈、哦，也是建。这个会创啊，如果没有，这个会创下一个例啦。那如果啊，政委，政委，我们这样子啦，我们这样子啦，不是的，因为院长，你听我讲完。我知道了，我现在也国发会也没有问题，经济部也没有问题。那假设说我这个合理的提案过不了。我现在不止、啊、我不协商。哎呀，不要这样子啦！我这个是可以的，不是一定国外也做得到哎、欸。哎、欸，政委，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还有保留嘛？不见得就是。这是合理。不是啦，你不能强迫每一案就你觉得对的事，我知道你觉得你对的事情，不见得个人会有不同的角度嘛。那我们协商就是有意见，我们就保留嘛。就像昨天我们也保留了好几十案，不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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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不啦，我们看吧，这个好好谈呐。我不是反对啦，我都觉得要制度化啦，我都反我现在，但是我只是讲说这个国发会好，来来来，国发会做得到啊，没啦，国发会做得到。好，那个让总召看一下啊，意思讲啦，爱豆虾底家，你在看嘛？这个文字啊是国发会改的啦，啊。不容易赶快光谷代表嘛、啊，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对啊，对啊。其他两个，我三个都要在光谷代表，不是、啊。来，你给看看也文字看可不可以？院长可以就通。院长，我还没有要求极限，连一线极限都没有呀。我们要，你得爱，你等你当时会开掉章程改掉。不啊，我意思。他们废话，我没压极限，我没压极限。我的战情你讲，我是讲这个牵涉到你立法院，好了，不要紧啦。现在就要求一个民调，好了，现在是国会没有问题，是民进党党团这边有一点问题啊。你看好清楚，如果同意，我们就让他通过啊。关于同意改公务代表嘛，那本来是应该这样的，应该这样子啊，容易啊。那从国盖提那从不送给了，好了，那你就。啊，就通过了，通过了，院长通过了。等一下，包括杨玉敏、黄日山都应该改万古代表啊。对啊，本来就是啊。这个通过了，通过了，是人的。没错啊。哎，好了，啊，那有没有问题嘛？你就看嘛，要不要让他通过？你就看嘛，你就好。如果没有问题，这个主决我们就通过，那就一件那。好，没有问题，就通过了。好了，好了，这个在好了，那通过了就不要再讲了，讲了等一下他们就后悔了。讨论很久，经济部、国发会都没问题，也开了。对了，啊的，人家都说没问题了，啊，你们还讲？院长怎么会？民进党团怎么会有问题？这哦，嘿，谈了，柯董召哦，难得讲对的，今天就讲对了。我来该听的讲对，啊，那不该听的讲错，就按那个意思一样那样。好。那另外，那掉到第二位了啊！我们的好了，我们的主决议，来，民众希望我们的主决议哦，已经处理完毕。那刚才周成委员，我们请他，公股代表才对啊。来啦，听我讲啊啦，咱怎么往前走，不要往后看了啊！周成委员他改这个主决议，我念一遍啦啊。国家发展委员会于智慧政府中规划啊，推动数位身份识别证啊，应由国发会与内政部啊会同哦，由国发会会同内政部。那个推那哦，这个写字都写的这么哦，推动数位来来来，这个谁来念来哇？你这一下呢，我听不来，你念我听听起来。Okay, 好，国家发展委员会于智慧政府中规划，由国发会会同内政部推动数位身份识别证，应注意请相关部会详细规划配套法制措施，依法施行。以确保保护个人资料安全，这个没有问题啦，哈，我们就主决议通过哈，这样子会比你动辄来报告还好啦，来啊，把它写清楚。好，来，我们现在档案局，哈，大家啊，档案局啊，这么多事都要讲啊，我无有歹写上啊，没啦没啦，那个只是开玩笑的啦。造谣。
没啦，没啦，别着急啦。来，来，我们啊、在档案局的部分的第一幕一般行政啊、哦，我们委员会是完全照例。那么啊、我们党团这里，我们的第一幕有几个提案，有52啊、冻结54万2000元，提书面报告，这是严委员。那54冻结10万，提书面，我们是第一幕，我们是同一幕一并处理的啊、哦。哎，这是第一幕吗？严委员哦。全部严委员他是整个一个案子包这么多，他是整个他是针对神府移拨人员的部分，他整个各项目都一起移拨、这个、不要这样包，这样你就一二三四好没关系，这是52案嘛，对，52案，他提几个案，对，就是这个是第几幕，你告诉我这是第几幕，就是1、2、5、6、10都第一幕第二幕第五幕第六幕，所以这样就不对嘛，对、啊、就不要嘛，因为他一个案就是针对这一个部分下去说他全部要冻结54万2000元，是针对神府移拨人员跟业务相关费用，所以他这好来，不是啦，我们八个委员会来的表格都不一致啊，我大概来都要先吸收一下，我才看得懂啊。好来，我讲一下好。好来，刚才郑明忠跑掉，有关台山董事长要改为法人代表的问题哈，这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要，我这里加几个文字哈，这是请台山董事长哈吴龙义及其他董事应为法人代表。还有其他的都要改为法人代表，那是都是政府的钱，怎么变成私人股份呢？好、哦，说要应该加及其他董事啊，好不好？及其他董事均应为对、哦，这时候政府的钱当然是要万股代表、啊，怎么变成私人呢？这个你要不要处理？嗯、好，那个这个要可以吗？可以修正啊。可以了。那我们就修正通过了哈、啊。增加几个字，及其他董事的，就还增加其他董事，不止只有吴龙义了。对了，好，再加一个均呢？均应为法人代表。好，就是其他董均应为哈、啊哦。那个来，你们两个去讲一下。好，来，我们进行啊、哦，档案管理局。档案管理局啊、哦，省府移拨人员及业务相关经费，他
是在第一幕、第二幕、第五幕、第六幕、第十幕都有，大家注意一下啊、哦。那么，严委员冻结542,000元，要提书面报告啊、哦、啊，之后使得动之。那么这个啊，我们特别来处理，因为这个是针对神虎移拨人员及业务相关经费。啊、哦，这个散在那个档案管理局的五个目里面啊、哦，所以我们这个，哎、欸，那个民众兄，这个要不要？因为他这一个神虎移拨是在每一个单位都有，所以在五个目都有，非常难处理这个预算呐、啊，而且才冻结54万，是不是撤案呐、啊？好、哦，撤案呐、啊，这个没意义嘛，哈、哦。但是可以请他们向他报告整个业务的进行状况啦，好、哦，好不好？好了，这个撤案啦、啊，哦，我这做班助理，我落底下那位哥哥，好、哦，来，我们啊、第一幕啊、哦，第一幕，我们一般行政啊、哦，我们委员会是照例，我们就，而且我们这边也没有提案，我们就啊、我们就通过了哈、哦，我们就通过哈。哦我们就通过啊、哦。第二幕，我们委员会啊、也没有提案，我们这边也没有，我们委员会是照例，我们这边也没有提案，所以我们就照委员会的啊、决议通过啊、哦。第三幕，我们这边也没有提案，所以我们也照委员会的提案通过。第四幕，我们这边也没有提案，所以照委员会的意见通过。第五幕。好，第五幕现在有了哈。第五幕哈，档案运用服务啊，委员会没有提案，但是我们第五幕啊，我们啊，严委员他有提案是冻结10万块，提书面报告，这有意义吗？这个档案管理局经费不多，然后冻结10万还要提书面报告、这个，我看我们就撤案了。冻结不要，但是书面报告要了。啊，你要报告什么？就报告这个国家档案开放的应用。对啊，他有提案内容嘛？他有提案内容。好，那你就提一个书面报告。好，来，那个主决议里面已经有一个那个相关的事项。主决议啊，是。所以那我们这个是不是撤案呢、啊？好不好？第几啊？59啊。那这个就撤案了、啊，好不好？好了。因为如果他你们讲不动，你就跟我讲，我来跟他讲，因为跟他是台中故同故乡的人呐、啊。嗯。哎，好，所以这个撤案了 啊。好，那我们进入第六幕。第六幕在委员会啊，没有他们。啊，都照例，我们就通过，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提案啊、哦。第七幕，我们进入第七幕，第七幕就啊、大家比较关心啊、哦。第七幕在委员会是冻结10%提专案报告，冻结10%提专案报告哦，是专案报告啊、哦。那我们啊、严委员他是冻结700万。提书面报告，我们就纳入委员会，尊重委员会啦、哦、因为700万比委员会冻结的还少嘛、哦，那委员会又是专案报告，所以严委员就纳入。那徐委员冻结5%提书面，我们也纳入。那王玉敏委员改主决议，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你要看一下哦，哦要看一下哦。那各党团的看一下哦，哦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啊、哦。那赖世宝委员冻结100万改书面报告，我们就纳入冻结10%提专案报告了。好、哦，这个没有异议。嘿，再来主决议59案，主决议有几个？一个，就是许淑华的。好，哦，王还有王玉敏，所以严委员的啦。是谁？严宽恒的刚才那一件那一样嘛。主决议就是59的许淑华许委员的。好，来59，大家看59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59，那我们就通过了哦。好，
那你的您刚才局长的意思是说，严委员的提案冻结是跟这个精神是一样的？一样的。好，那就好。都是有关是一样的吗？开放应用的是。啊、好。是九案。好，那就这样子了哈。那就59，还有没有主决议？好，那我们的档案管理局就到这边啊、哦。好，我们再来，我们请哎不、啊，还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你还有第九？哎，对不起，你还有第九幕嘛？对不起，对不起，你请坐，你还有第九幕，我怎么一下子搞到主决议了？第九幕第十，还有第九幕啊。哦第九幕啊、哦，第九幕啊、这个啊、委员会是照例，我们就通过。我们啊、党团也没有提案，所以我们就照例。第十幕一般建筑及设备就通案处理。那第十一幕第一备金77000，我们就照例。好、哦，好，这样就结束了。好、哦，好、啊。第八幕刚才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哦，第八幕的话，我看一下第八幕诶，委员会第八幕是深化国家记忆第一起计划，委员会没有简略，那我们就照委员会的意见通过啊、哦。那我们党团也没有提案，所以我们就照委员会意见通过，好。那税入的部分哦，国发会的税入，我们就依照委员会的意见，好、哦哦，我们就照例啊。同理现场，好吧。啊，还有没有？谢谢各位。来，我们下一个单位。哎，我们下一个单位是谁？公交会。好，来，资料给我哈。来，请坐啊。啊，我们公交会的，我们主委哈。黄主委哈，好，我们啊、公民教育委员会黄美英主委啊、哦，好，谢谢啊、哦，欢迎。好，来，那院长、总召、各位委员，大家好。好，那我们就开始啊、哦。公交会，大家看啊、哦，第一幕啊、哦，第一幕啊、在啊、一般行政啊、哦，那么在委员会是，第一幕是照例啊、哦，在委员会是没有删减啊、哦，所以照例。但现在啊、哦，无委员是减列1000万，冻结4000万呐、啊、哦。那等一下，61案是撤案呐、啊、哦。那62案也是无委员，一般行政的都是一般行政的哦，是。减列25%，冻结45%。委员，他是特别会，院长他是特别会，所以可以。没关系，我来处理。委员，安娜，好，这案子其实就是关于这个高通案的这个诉讼和解哈，到现在公平会还是讲不清楚为什么当时要重罚，后来突然和解。那和解以后，啊，他的相关的这个条件。以及怎么监督他履行这些和解这些事情、哦、都是相当的黑箱、哦、不独立、哦、所以我才提这个。那另外我要特别讲，第62案、哦、是针对这个首长的特别费、哦、那因为这段时间公平会啊，大概来沟通都是彭少景副主任委员来的、哦、那他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跟我们办公室表示说，那个62案啊，
他们不坚持，因为基本上公民会首长特别费用用不到那么多、哦、所以他们说他不坚持。我讲一下，我讲一下，请柯委员。柯委员，这样啦，一般行政哈，总共3亿哈，但里面都是人事费用啦，业务费用只剩下1500而已。你要把你要砍4000，怎么可能？你要砍1000，那冻结砍1000，这不可能嘛？是吧？那至于有关首长特别会，我们在这里昨天都讲很清楚，这次都不特别注意，针对哪一个首长特别会，人家冻结给他删，这个不好了。那特别会本来就是法定的嘛，是不是这样？拜托了，嘿嘞，特别会不要删呐、啊！哦，我们志扬兄，那弄这柜管定为郎特别会。实在是都不够啦，银科林五村啦，哪那都不够啦。我62案这边，我有要求他，啊、哦，这边要提供一个行政程序外的接触记录表，啊、哦，这个是依法律必须要的。好，那就提供啦，但是不要删啦。那我要听到他们的说法。那个是不是依法律要提供的？来，你那个黄主委，你讲一下。这个先从后面这个62案。62案哦。他要你提供行政程序外接触记录表，我们都有记录在，所以如果需要提供，我们一定会提供、啊、好，那就这样子就行政要赶快提供啊！讲很久啦、啊，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提供啊、有，我们可以马上这个回去就马上。机关等一下，关于高通案的是每个部都每个部会都这样处理吗？独立机关特别有，哪条文在哪里？独立机关规定在哪里？你这个东西这样属于政府这个。机密范围内的东西，那这不是机密啊，这个是公开，我们应该要监督、啊。所有的你接触表，你只要讲清楚一点，我们提供吗？是政风室啊，那是政风室这个部分啊。我们如果在政风室办案，你可以拿来这种解释吗？依政风室的规定，如果他们有来函要求的话，其实政风是调查的。不是啦，是独立机关才有这样子的要求啦。独立机关有这样要求，依据哪个法律？独立机关应该更独立，更应该更独立的。没有，是他要独立，不是独立于外面，他是谁跟他接触就要很清楚，他也不受外面的影响啊。所以他跟谁接触了，这个委员从来没有这样。你要他们提供跟谁接触这样子哦？不是，他本来就有一个表嘛。但是政风室这个表，把这个主委你自己要想清楚哦。这个事情，你不要为了事情特别会聊。吴志扬委员这里哈，其实或者经济委员会这边呢，没有跟我们要求过哈。第一个，我们这边有啦。我们上次的那个在讨论的提案里面，其实并没有通过啦，并没有通过。然后有要提供这个，那吴委员这里是没有提过。你可以提供嘛。现在我如果说以这个程序外接触表的话，我们当然内部是有这个东西在。那至于提供的程序是不是容我回去，能够做一个了解？你那个有没有加密？属于没有加密，应该不是加密的，应该不是。但是这是我们自己内部。你可以对外面这样阿内拉哈，这个提供的程序，政委你要讲。提供的程序我必须去回去以后了解。来政委，了解一下。对，还有委员有关于高通案可以。提供的资料包含说，我们在这个今天你们的提案表上面所写到的，包含什么会议记录啦，然后他们的和解笔录啊，其实公平会应该都已经公开了嘛，其实都公开了，所以有一些案子你要求的其实已经不必要，经济委员会都已经要求而且做到了。那另外对于特别费尤其是这个行政程序外的接触记录表。因为这并不是说他有发现你们有什么接触弊案什么的，那对于首长的特别费，你说要求你跟别人接触，你可以，你愿意公开，对方还不愿意被你公开，那如果把被接触的人全部划掉，你要这份记录表也没有意义啊。以前我们在立法院也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要求了，你们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说，你们政风主任来讲一下说，到底你这公开之后会怎么样？那如果以后大家每一个机关都被要求这样子公开，到底合不合理啊？对啊，你上面只写说，譬如说那个黄主委，你有接触，然后那个接触的那个会面的人的名字都划掉，那这样这个记录接触表还有什么用？对，应该吴委员也不会要这样的一个空白表。对，那就跟通联记录一样啊，这个表保密令的问题。通联记录对这样子的，不一定有通话内容，但是知道是。那通联记录就是一个，都是
都已经定状主义了、啊。我来处理一下了哈、啊，因为我们不要一直为一个特别会绕在这里啊、哦。那个啊，志扬兄，我们首长的特别会，我们就不要动他了哈、哦。这毕竟是啊，平常也蛮辛苦的、啊，那弄这位修丢难怎样了啊、哦？特别费的部分我同意哈、哦，但是你一定要给我交代清楚这个接触记录表。好、哦，这个那第二我来处理接触记录表了啊、哦，请黄主委回去向你们的法规政风相关的单位研究，哦，能够提供的范围能不能提供，能够提供的范围到哪里，不要有泄露、哦、就是机密还是有各自相关的问题、哦啊、如果能够公开透明的，那当然就是尽量公开透明，这个没有疑虑嘛，好不好、哦、吴伟你应该也可以接受我这么讲嘛、哦、行政程序法第47条、哦、这边可以再做个解释好不好、哦、47条里面讲程序外接触、哦哦、好好不好，好好、我们这个遵照这个院长指示来办理，好好不好，然后会主动回复给这个。你就跟委员这边做说明，好这部分好。依规定的。那这样子，委员在委员会第一幕是照例了、哦、那你60案这个减列1000万，这个都是人事会啦，那剩下的只有1-2千万，你跟他减来动这4000万，他根本连动都不要动了。所以是不是我们这个也撤案啊，他已经配合你的要求了，这个就要改那个吧，不要改，因为一般行政他后面有一个专案报告了，我看他第二幕就有一个专案报告了，专案报告你第一幕一般行政是大概都是法定的支出啦、哦、所以一般行政冻结是最不好的啦，那个我不晓得，那个赖世宝在，他有审查会的专案报告是就什么？有我们没关系，他可以并入你想要的嘛。有没有？对对，有没有就这个高通案那个主委审查会的审查？如果你要求，他就可以并入嘛。审查会对于高通案所做的决议，我是觉得都有问题，对不对哈？这当初陈超明提的，那时候我们陈超明啊，陈超明提的，那怎么会通过啊？就过了、啊，那个那我要重新检讨啊。公务员应该提供高通案处理期间所有委员会会议以跨部单位召开的所有会议记录送进去委员会，这怎么会这样呢？好，那个我决议院长，这个60案我尊重院长处理，好不好？但是就是反正就是跟这个高通诉讼和解有关的这些案子，需要在专案报告里面。好，报告能够讲的他就尽量讲了、哦、啊，不能讲的你知道秘密，你知道机密的保护在哪里了，好，所以60案就吴伟伦这样说我们就撤案了、哦、那第二案也撤案了，第三案就是把刚才吴委员的一个要求你们回去会商一下，好、哦、能够揭露的部分你就揭露啊，不能揭露的你啊，你就很坦然的跟委员做说明，所以60案也一样撤案了、哦、不过就是要把吴委员关心的问题要做一个说明，好，提供给那个吴委员相关书。好，来第二幕，公平交易业务啊、哦，在委员会冻结200万做专案报告。那我们这边第二幕有四个，第二幕有。哦，有3个案哦。第一个是赖世宝委员冻结200万专案报告，这个跟委员会一样，我们就并啊、哦。那吴委员，你是减列20%，冻结25%，你的目的，我相信也是跟赖委员是一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就并案了，好不好？那个、做专案报告了啊。好，主席，那个简略的话，已经在通三那个200万那个宣导会，他是没有关系。我现在是在第二、这样子的，你说哪里我有简略？66案还没有到66案呢、啊，还没有到66案哈、哦，我来处理，我一案一案处理啊、哦、啊，
主计长就休息，让隔壁的那个副主计长你来好好听啦，哈哈。你就跟叫那个接台啦。嘿嘿嘿，那好，那徐委员撤案，那吴委员你一样是减列两百，冻结两百。那因为这边是通案，所以你不要减列，我们就配合冻结两百。好，可以。好，那67案、68案都是撤案啦，哦，所以第二幕的部分，我们第二幕的部分就。第二幕的部分就照委员会冻结两百万做专案报告啊，哦，这个就这样子，然后把哦吴委员哦他的冻结纳入他的提案的内容，你们在专案报告里面就说明啊，呢对不对哈，哦？好，那第三幕一般建筑及设备。啊，124万1000元，我们就照委员会，委员会就照例，我们就通过。第四幕第一备金50万，我们就通过。好，谢谢。有没有主决议？好，我们就谢谢啊，公平交易委员会，你们可以离席了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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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啊，院长、总召还有各位委员，谢谢，谢谢。来，进入到经济委员会，我们啊。经济委员会经济部主管啊，这个啊，沈部长好哈。来，我们现在列席的官员有我们经济部的啊沈部长啊，沈部长，来，我们就处理经济部的预算啊。那我们先从税入的部分，我们就照委员会的意见处理啦啊，我们就通过啊委员会的意见处理。那税出的部分啊，那么第一幕我们看。69案的税出预算，69案的税出预算，志扬兄，您是就是减列5%，冻结5%，我们能不能纳入各目再进行处理？因为你现在是以整个的186亿，我也不晓得你这186亿是在。哦，第一款的样子吧，是不是本部的全部预算？经济部是整个经济部，你是我们，你是用整个经济部跟他减列5%，冻结5%，我们是以目啦来处理，我们不以整个啊，这样如果以整个哦，那我们的预算审查就很快了。一样就好了，好不好？都一样而已啊啊。好，我们是以目啦，好不好？我们这个先保留了，好不好？经济部统三统动啊。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跟刚刚其实公平会是有一点关系了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公平会在处理这些案子应该是独立性的了。那我觉得它又跟产业又混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厘清这个经济部的角色啊，在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有影响到公平会独立性的问题了。这个部分是这样，我们是配合公平会，它以独立行使。那如果说牵涉产业的部分，我们要求 COCOM 一定要跟我们产业的工协会去链接，来看看他们做的东西符不符合产业期待。啊，配合我们5G啊。结果我们一定会配合那个吴委，这部分我们会配合。这个是有变到，看看等一下哪个方便的专案报告。你到哪一个目有专案报告，你就提出来。因为那个专案报告，那个那案子也结束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处理到目嘛，要弄清楚，所以有目的专案报告，啊，你们觉得可以纳入他的？以后不能那样啊。好，那就并嘛哈，变公平会那个好。啊，并公平会的专案报告，哦，公平有一个专案报告，有上一个上一個，啊，对对对，上一个有一个专案报告，是 COCOM 的事情，对对，哎，对呀，啊，对呀，啊，刚才公平会，哎，那个喂，谈过好多次了吧？喂，
刚才公平会有一个专案报告，就是你就并到那里就好，我们就一起来报告好不好？你们自己不愿意报告哈？不是啊，这个要两个单位一起啊。可是那他等于是在经济委员会，你平常不一定要来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变成那一天要来、欸。就是说并到你经济部自己的报告，你可以一大堆报告说一起处理。那等一下，我们再处理了哈。好，来，那派员出国这个是统三呐啊，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徐委员这边把它撤案了啊，以统三处理的。出国计划统三也蛮多的啊，像到大陆就删了30%啊，你这边才冻结10%，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这个好撤案了啊。好，那71案第一幕哦，我们就从第一幕开始哦。第一幕第一幕我们审查会是冻结15%提专案报告了哦。第一幕审查会是冻结15%提专案报告。那么这边亲民党党团是冻结15%提专案报告，我们就并入我们的委员会一并处理了哈。因为都一样嘛啊、哦、那维州委员是冻结1000万，我们也一样并入啦，因为这个他冻结的10%就比1000万还多了啦，10%就冻结将近多少呢，7000万了，所以维州委员也纳进去啊、哦、洗书化委员冻结5%书面报告也纳进去啦啊、哦、因为这个都比他少。赖世宝委员是减列100万，然后科目自行调整，那这是委班会，这是委班会是通案呐、啊，所以就撤案了、啊、哦，通案处理。赖委员这个是通案处理了啊、哦，搞不好简列的都比100万还多了啊、哦。那75万是许玉仁是冻结3000万，这个也比7000万还少，我们就以纳入这个委员会的处理了啊、哦。那许淑华委员76案是冻结5%书面报告，我们也一样纳入，因为已经是冻结15%了哦，冻结是啊，昨天到现在最多的就是冻结15%了哦。那徐志荣委员是冻结10%书面报告，这也纳进去了哦。哦，那78案是撤案，所以第一幕我们是不是？就尊重委员会的意见，冻结15%提专案报告，好不好？好、哦，提专案报告，但是专案报告要针对提案的内容，你们来做专案报告啊、哦。我们来配合。好。这个通案的部分就依通案减列，它没有所谓的冻结跟删减了，因为已经通案都减了4-5%了啊，好、哦，都撤案了啊、哦。来79案第二幕啊、哦，科技专案啊、哦，科技专案在委员会啊、哦、是冻结15%。冻结10%，然后业学科冻结15%。我，所以总共已经冻结16.67亿。我觉得这样子啦哦，我听听各位的意见啦哦。我们是以目处理，你目的第七节哦，你冻结15，然后其他的冻结10，很奇怪。我们干脆就能不能全部改成冻结10%啦？好不好？各党团哦，反正我们是要专案报告，不是要冻结他多五还是少五嘛。这个院长，那个我想还是尊重委员会决议啦。那当时委员会为什么特别提出来协界那个要冻结15%？啊，那我们也在内有充分讨论过了。好啦好啦，我尊重了，我只是做一个提案，如果大家能够支持，就一致会比较好啦。我只是尊重。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大家一致啦，突然怎么这边就15，那其他都是10，我只是尊重啦、哦、啊，国民党党团这边要不要再思考一下，没有关系啦，我是说，因为你特别从那么多的节里面挑出一个15，其他的节都是10，前面那个也是冻结15%，
啊，说对了，但是推动商业科技发展，我知道了，但是我们这边把。我知道了，宏伟，我清楚了。我的意思是说，第二幕你把它分成第二幕分成两个冻结案呐、啊，这个怪怪的哦。这个要的话，不然你就全部十五啊；要的话，不然就全部十。好、哦，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会比较不会混乱呐、啊。我想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委员会，因为针对特别的一个结。一个节的部分、就是那个、然后觉得他应该是有需要特别要求、啊、对，那我想我们第二轮其实还是要以这个委员会的决议为基础，对啦，但是我们委员会的决议为基础，如果说真的觉得他做的真的很不好，我们再往上加嘛，不然就是把委员会，我们昨天也有把他本来有删减协商，就是也可以调整啦，因为我们这边都可以提案嘛，哦，所以也有简略掉的啦，哈、哦，这个都可以啦，只是尊重委员会为原则啊，我们党团就是代表院会在协商嘛，哦，啊，如果委员会的结论，那院会都照单全收，那就不要我们这个协商会了啊，所以我只是提这样的建议啦，哦。啊，看国民党党团如果坚持，我当然也不反对啦。那个，我想我们坚持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啊、哦。来，那么，亲民党党团是冻结10%，提书面报告。那这个跟委员会是一样，我们就并案了哈、哦。好，那国民党党团是冻结10%，这个也一样了，我们就并案了啊、哦。那徐益仁委员是冻结1亿，我们10%是多少？十五亿。那也并入了啊、哦。那许淑华委员是撤案，赖世宝委员这个是研究会，这个是通案呐、啊，就依通案处理了啊、哦。那84案是撤案了啊、哦。那85案啊、国民党党团是冻结1/3。是不是我们就尊重委员会了？大家都说好，我们就依哦哦，就以委员会了，并委员会以委员会为主了、哦、那啊，来，现在是国昌兄来，你动起5%，要不要说明一下来？那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跟他说明一下。这个案子上个会期质询过几次。主要的内容是我们的经济部环保署他们共同合作要减低碳排放量，去补助电动机车，大的政策方向我们都赞成，但问题是我们的政府针对这些电动机车，对于特定业者他们的补助既然变成了是他们非法在牟利的一个工具。高雄建发科技黄之树，谁是黄之树？当初带着陈信南去找简太郎的，就是黄之树。他在高雄那边根本没有去贩售合格的电动机车，电动机车里面根本没有锂电池，结果竟然跟我们各个政府单位申请补助，拿了好几千万。里面有经济部工业局的，也有环保署的。环保署的部分是造成了那些电池补充设施，现在在高雄市的各个地方根本成为废墟，成为大型的垃圾障碍物。那个部分的处理我交给环保署，环保署的部分我另外有动。我现在在针对的是经济部工业局的部分。我当初在质询这个案子的时候，经济部或者是经济部工业局装的好像这件事情他们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后来再去调资料，我才发现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跟经济部工业局检举了，
检举这一个违法的情事。经济部工业局说要查，查完了以后，到2017年1月，说查无不法，没有什么不法的情事，有去现场看，有去点电池，通通都没有错。结果呢？结果检察官在2018年12月的时候，正式提起公诉。他里面去申请补助的电池里面，3480组电池，实际上面有电池的只有529组，其他的那个机车里面根本没电池。结果我们的补助款还是继续这样子发。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黄之树刑事责任的部分，他涉及到诈欺的犯嫌，他必须要面对司法的制裁，这没有话讲。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有人提具体的检举资料跟经济部工业局举报，结果你们派去现场查核的人回报是没有啊，电池都有，谁在包庇？谁在通风报信？这件事情我在委员会里面的时候，我有质询过部长，部长也跟我说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一定会查清楚。但到目前为止，这整件事情都还没有给大家一个交代。我再强调一件事哈，黄之树他个人刑事犯罪的部分被起诉，他自己要去面对。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初的这个补助款，机车里面根本没电池，钱怎么发出去的？经济部工业局现在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已经在找律师，准备要对建发科技跟黄之树提起民事求偿。我可以直接跟部长讲，你到时候胜诉以后，就拿一张债权凭证回去经济部墙壁挂着，你半毛钱都执行不到了。建发科技跟我们中小企业贷了1亿多，准备要挂呆账。环保署那边好几千万，环保署动作比较快，今年夏天起诉，他也拿到胜诉确定判决。怎么会这么快？因为人家根本不来抗辩啊。他为什么不来抗辩？啊，我就没财产了嘛。啊，是要抗辩什么？啊，我就送你一张债权凭证，环保署可以回去挂在环保署的墙壁上当纪念。经济部现在要说啊，我要提起民事求偿。我讲实在的，那个都是在讲虚的啦。最后也是一个胜诉判决，回去经济部的墙壁上挂着，半毛钱都执行不到。啊，当然经济部如果有办法执行到任何钱，我给经济部鼓鼓掌。但是这件事情怎么会国家要去补助电动机车的政策，却竟然变成了这种业者他们在骗取纳税人钱财的一个工具？然后明明没电池哦，明明没电池，当初3000多颗电池是怎么点到说车子里面有电池？现场谁去查核的？更离谱的是已经有人检举了，检举完了以后再派人去查，说没有没有没有，查无不法，都有电池。现在检举人信直接寄到我这边来说，啊，他跟经济部检举搞了2年多，现在终于起诉，证明人家当初检举的内容是真的。那经济部当初自己的内控是怎么做的？太离谱了啊。我再强调一次，经济部要去补助，要去推展电动机车，要去减碳，发展绿能，这都很好，我们大家都支持，在立法院相关的预算几乎也从来没挡过。但问题是你搞到现在是变成了是让人家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诈领国家的钱，而且更惨的是你后续还追偿不到。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要求经济部一定要进行专案报告，给大家一个交代，当初这整件事情是怎么搞的。好，来，那个好，来，柯委员，再请部长。
部长先回答了。好，来，部长来。请我们机长来。院长，各位委员哈，那刚刚黄委员所提问的这边哈，其实是因为在105年的时候呢，那我们那时候有补助电动机车的一个做法，包括充电站以及机车的部分。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厂商，包括其实很多大现在的电动机车的产业推动也还是在持续进行，但是其中有一家比较不孝的厂商啊，是属于建发跟艺术达。那当初在补助的时候，因为他是来做查核的时候是检具书面资料。以及呢，是说它的充电、它的换电站呢，这个要2年内不得做移动。那所以环保署的30座跟我们局里头补助的总共是有12座的部分呢，在审核的那个时间点，我们是委托给工业院去以委办计划的方式进行。那至于黄委员提到105年的部分呢，在11月的期间，确实是有一些检举函进来。那我们循政风体系的部分啊，这要持。由政风组成那个一个小组下去做查核，那查核的结果，那因为后来因为这个检举的部分也送到检调，所以呢检调的部分呢是在107年的年初一度查到107年的12月5号，12月5号高雄地检署的检察官呢依诈欺罪嫌把这样的那个黄先生呢提起公诉，那我们在他提起公诉之后呢。但有一些补助的部分要去做追讨的部分，那我们局内呢也成立了由副局长去把政风组纪还有法制，然后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追讨的情况，所以有一部分的一个民宿业者的部分是追回的。那至于黄先生的这一块，因为这个还正在委托律师要去做追偿，那当然就是目前的行政上面我们是依据规定来去做推动，那可能在执行面的部分委托比较。不容那个有当初是有一些厂商是用诈术的方式啊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我们也会在以循这些规定来去做追偿。那这个来专案报告，我们是同意来做专案报告。以上报告，好了就好了。好，那刚才黄委员他冻结5%，能不能就并入冻结10%提专案报告？好，好、哦，可以的哈。我们可以来专案报告，因为昨天董事长也率我们同仁去跟。行，就安尼呗。该移送的移送嘛。因为你冻结5%而已啊，那我们就配合委员会冻结10%，好、哦、来提专案报告。电池没有那么简单的、欸，我可能都弄不出来了。那个院长，那边有必要就要查，就要移送啊。反正就是这样嘛，啊，好来。好，来请黄委员。我要重新办理，你做一个。马克哪来了？你讲，那你不讲话了？你讲了。啊，对。到照他意思这样处理就好了、啊，这样专案报告啊，该移送移送，就这样而已啊。这部分大概我们该移送都移送了，那专案包我们全力配合。好、啊，好，来，请黄委员。那个刚刚院长的才是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要再次的跟部长讲，该移送就移送，这本来就是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刚刚在发言的内容，我要再次的提醒部长。你回去看你们整个案子处理的经过，为什么人家检举了以后，你们下去查，回来报的是查无不法？人家讲的这么具体哦。当初你们派人去看那个电池的时候，派谁去看的？派谁去看的？啊，电池明明就没有，怎么会回报说都有？3000多颗电池，哎，结果实际上面合格的电池只有500颗。啊，当初是怎么报回来的？啊，今天要去处理黄之树移送刑事，当然他自己要去面对嘛。啊，但问题是国家的钱讨不回来啦。那当初这个补助款是怎么发的？事后的查核是怎么查核的？如果这些问题都不检讨，你如何预防未来还会有人继续这样子搞啊？这个是行政部门要去面对、要去处理的事情啊。而我现在是善意的提醒部长，这件事情你未必都知道，但是我希望真的进行专案报，其实真的进行专案报告的时候，不要拿现在经济部给我这一张纸。我希望部长就承诺，
调查清楚以后来进行专案报告，这没问题。好，那就这样子了哈。那刚才黄委员相关等等该移送就移送嘛，那没有什么好报密的。哎，这个、啊、来我来处理哈、啊，这个就照黄委员的意思，请经济部准备更多详细的资料。那过程有违失的，我们该怎么追究？都依法追究。好，来，那八十七案徐委员啊，冻结百分之书面报告，这个就配合委员会的意见啊。那赖世宝委员的科专计划，这个是通案呐、啊、哦，我们就依通案处理啊。那徐志荣冻结百分之十啊，也我们就配合委员会的专案报告冻结百分之十。那啊，九十案是撤案。91案是书面报告冻结5%，我们一样配合冻结10%提专案报告。91啊，91是15%，叶学界是15%。啊，对，他一样啊，叶学界15%也没有变啊，也是配合的委员会啊。对啊。好，所以这个专案报告是15%，这是刚才国民党党团坚持的嘛啊、哦。所以第二目啊、科技专案啊。哦，我们就啊07冻结15%，其余冻结10%提专案报告，好、哦、提专案报告。那个报告、哦、来，刚刚跟那个经济部有沟通过哈、哦，我的那个第69案哈、哦，对，是不是并在这个第二目里面？并在第二目。对，好啊，你第二目里面做专案报告，我知道。你就是另外再减或动，对，就是刚才那一案子就并到这边来了嘛，哦、啊，前面就不减不动了嘛，哦，好，那刚才第60几案，69案哦，你就并入，你就把它移到第二目来，然后哦提并委员会提啊、冻结10%提专案报告，好、哦，好来，那我们第三目啊、哦，第三目的部分在委员会是。冻结10%，提书面报告。那我们党团没有提案，我们就遵照委员会的意见啊、哦、来通过。第四目啊、是冻结5%，在啊、第二节建制土石资源及产销链资。料库的计划，然后提专案报告，我们5%、哦、我们就遵照委员会的意见啊、哦。那第五目，好、哦，第五目，大家看第五目，矿物行政与管理委员会是冻结15%专案报告啊、哦，这是委员会。那么我们这里赖委员他的行政与管理。简列50万科目字，这个是不是通案？第五目的矿物行政与管理，这是不是通案？啊，不是。报告，因为如果按照昨天我们通案的决议哈，我们这一目要删103万，如果按照昨天通案的那几个项目减下来，啊啊、那嘿，那就撤案了哈、哦，这个50万就撤案了哈、哦。那93案。这个冻结500万提专案报告，我觉得这是纳入15%啦，纳入啦，因为15%就将近200，就也将近500万了嘛。来，没有吧？好、啊，提书面报告。20%都不到500万啊。哈、啊？矿物它4321万，第五目啊。现在是第五目嘛？第五目嘛，所以第五目动15%啊，是600万的啊，可以了。哦，他的是通案的15%，是不是？对了，15%通案的15%，不是通案就是全部经费的15%。没有，因为我这里是1800万的20%，我的是第94案嘛。我知道，但是所以要动通案的就是委员会的15%。委员会的整目他就600多万了呢。648万了呢，那这个部分我还是要求，就是这个矿业法的部分，有关于原住民諮商同意的部分，要提那个专案报告。
我想好，我想这个好这个部分哦，不管是齐柏林导演好辞世已经一年半，那这个矿业法还是一直躺在这个协商的部分哦。那主因就是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原住民族的谘商同意的这个条文到底有没有纳入这个矿业法修法里面。那现在的状况就是其实在这个亚宁新城山的部分也在炸山，最近又在炸山哦。我想这个也是今年最后一年，是最后一年哦。小英总统他开出来的支票在最后一年能不能实现的问题，所以看怎么样能不能赶快就是让矿业法赶快通过，以符合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因为你炸一次就让在地的居民更心痛一次，再炸一次，如果再炸三次，我们这边在地的原住民全部都跑票了啦。所以齁，我是希望说在这个下会期尽快的提出专案报告，也尽快的让这个矿业法修法完成。好，那你冻结百分之二十，我就冻结百分之二十，是不是可以改百分之十五配合？就是全部通案百分之十五，可以。对对对，因为我的金额没有超过。就是啊、对了，就是通案百分之十五啊，就冻结百分之十五哈，就照委员会百分之十五，四千三百二十一万呐、啊，就大概六百四十几万。好，百分之十五，然后提专案报告啊。这个，然后高陆委员的意见啊、哦，请经济部在专案报告里面把报告、哦。你突然又出现了，那、啊、你也没有提案来。我补充一下那个高陆用的那个提案了、啊、哈，因为埋伏在头下的，没有提到大家那么快乐、那么高兴，然后这个协商还是有成就嘛。这个矿业法因为在我手上，我不得不补充一两句话哈。好，两句而已、哦、我必须要在这里向经济部啊这次的要求哈，你们真的要今天那个市长没来嘛哈，真的要放开心胸来看这件矿业法的修法。我作为一个协商的这个主持人，我也真的希望能够尽快把它完成，赶快赶快，然后我就送来就二三读、啊就是、要经济部要开胸啊，开胸，胸怀要开一点，我们才能够往前走。现在就是行政单位哈，真的是都知道了啦。矿业法大家都很关心，啊、我们在省预算，我们就进入。不，现在不是讨论矿业法，是矿业法赶快协商，然后取得最大公约数，送到院会二三读，我们就进入排入。我要讲的是，经济部太强势，太强硬，来，让我们没办法往前走了。好，来，空委，呼吁一下，呼吁一下，就简单啦，简单的啦，这个议题已经讲了好几遍了。矿业法在经济委员会审了十三次，审了十三次，已经出委员会，条文很多保留，那现在是要准备党团协商啊。那什么时候要拿出来讨论？好、哦，这个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那第二个是高陆用这个版本是说，经济部要定一个矿业法原住民谘商同意前的专章的草案。专章、啊？你们有没有这个专章？计划有没有？经济部有没有？我们现在是针对矿业法，那这个专章有没有？现在没有专章了，因为这个没有占据在各条文呐、啊。对啦，必须要整理。现在高陆用的意思说，他只是建议的而已啦，他不是这个要提。我们是委员，你只要有草案，我们自己就可以提的。为什么要？对不对？不是，因为这十三次哦，我直接补充，刚刚廖委员也是讲到，因为经济部他这个立场踩得非常硬。嗯，我们他要为了台湾的经济发展。第一个啦，就是说连亚尼都不处理，然后还一直让亚尼到现在可以继续在这个新城山矿场继续炸山，都已经没那个山都已经弥平了，剩下一个大窟窿了，还可以继续炸。那我们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哦，居然不能比照，就是环保团体要求的环评，可以溯及既往，为什么不行？因为原基法在2005年就已经有知情同意啦，原基法通过的时候就已经对于开发就有知情同意，结果展现不需要知情同意吗？那现在如果有这个版本，当然是要把谘商同意、知情同意这样的一个条文纳进去，更好的是应该要草案、专案、专章来去订定。不然的话，它不清不楚，因为它散落在每一个条文，从
矿权的核准到这个矿区的核定，矿业用地的核定到展现，它分散在每个地方，如果都要知情同意，为什么不用专章？好，谢谢。我们第五目哦，我们第五目就冻结15%，提专案报告，这个是委员会的决议。那请经济部将刚才大家关心的事项纳入专案报告的内容之内。好，来进行第六目。第六目一般行政哦，一般行政大概都是人事会了哦，人事会就占了非常多了哦，所以一般行政在委员会是照例了哦，就完全通过。那我们现在一般行政有三案哦，人事会大概多少？人事会就11亿多了啦哦，你看，那我们国民党党团冻结20%，那林维洲委员改主决议，主决议这个有没有问题？冻结那个，主决议这个有没有问题？看一下第97案，97案，这个不我跟委。我们的国民党党团这边曾委员提到，就是说除了人事会以外动10%，大概有谈到这样10%，对，就动20%。不啦，我们应该这么讲啦，来，我来，这样啦，我们很少冻结到20%的啦，哈，我们这样子啦，除法定的规定支出之外，冻结10%啊，这就含夸了。因为法定的一定要支出的啊，你跟他冻结，他根本动不了嘛。那我们冻结10%，提书面呐、啊，这个就不要再什么一般行政有什么好专案的，好、哦，好不好？好、哦，委员会是照例呢，委员会是一毛钱都没有删呢。是我们党团的提案呢，我知道我们党团提案。对呀、啊，啊，委员会是照例。我当然啦，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尊重委员会啦。这刚才大家，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嘛。我们那个书记长他并没有同意说那个就是改动结石，对不对？初步有去谈，啊，大概有这样的一个。书记长谁啊？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书记长是曾。嘉瓜港微网报告，大概月底我们就会出来。整个能源政策。月底大概要讲月底的，对啊，月底拢贵啊。没了没了，月底。过年啊，过月底。没了，过年前。怎么样？冻结10%啦，哦，提书面报告了，好不好？好，第六目啦。第六目时代力量这里哦，就是有一个。等一下，我会请时代力量，我等一下，我先处理国民党之后再请你们讲啊，好不好？那个他的案由蛮重要，是不是要改专案？专案报告，没有关系啊，反正那么多专案呢，就并案。因为只有10%嘛，他好，冻结10%，提专案报告，但是是法定的支出之外冻结10%，对，要专案。好，提专案报告。那还有一个时代力量冻结100万，提专案报告，冻结300万的来请。好，高路委，这个部分是在这个一般行政底下有一个经贸谈判，好，这里面有增列，跟上一次的这个预算案增列了大概1194万3000元。那现在 CPTPP 第二轮谈判已经要开始哦，那就是因为有关 CPTPP， 它是一个非常严非常这个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哦，所以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必须要积极的作为去因应。那因此呢，时代力量希望在这边能够提出书面报告，好，针对这个 CPTPP 好的部分提出书面报告。这个我们会来配合。好，那、你这个冻结300万是不是就纳入那个10%？好，可以。好，那我们第98案。哦，冻结300万就纳入10%之内，那提一个书面报告，针对时代力量党团的意见提供到委员会。好，第六目我们就这么处理。第七目，国营事业管理，
哦，委员会是冻结10%提专案报告。那我们第七目的提案只有一个哦，是孔委员，你是冻结100万提专案报告，那就纳入委员会一并处理啦。好，那个我这个案是国营是可以纳入了哈，但是我那个冻结数可以纳入。但是针对我这个案由这个德基水库这个集水区啊，你就请他专案，请他书面报告给你啦。保留地哈，看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专案检讨专案检讨报告，啊，不要就是专案报告嘛，就委员会是专案报告啊。主席啊，他们同意用专案检讨报告了。啊，你加检讨有什么意义？要检讨啊。我们专案报告。德基水库盖了50多年，是啊，那原住民的土地问题都还没有处理好。哦，我已经处理这个案子，已经处理快10年了。再来个10年也没关系。我们就提一个专案报告，会深入检讨。专案报告再深入检讨。好，好了，那好了，我给你。那个好，好，专案检讨报告哈，那就这样子了哈。但冻结数就配合啊10%了哈。好，那么我们看第100案怎么又恢复到第6，是。张总，那这样子啦哦，这个郑天才委员他是冻结100万，在第6案哦，这个也在我们就配合冻结10%啦哈，哦，那提书面报告。哦，好不好？并给郑委员了。并96，请示主席是不是并96案？好，并96要提专案了哈，哦。这个是国民党党团的，就郑委员的就并入国民党党团的提案内了啊，哦。好，好，那101啊，冻结郭昌兄来，冻结200万。会用，细胞共同来啊。这个案子一样啊。延续着在上个会期总质询的时候，高雄大寮水上乐园开发的弊案，我要特别跟部长讲的事情哦，是只要在委员会，我有机会遇到部长，我跟你提，然后你都跟我说你会认真的面对再处理，但现实上面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说现实上面就不是这个样子？提到国会里面的报告是你们经济部提出来的，结果上面乱写。上面乱写。这个经济部料，我还问。帮高捷包庇。我在委员会问说，提到国会的正式报告这样乱写，谁要负责？没有一个人说他要负责。国发会来找我说明说，那份报告是经济部写的，不关他们的事。希望我不要找错人。国发会也说，在高捷公司里面，他们只有一名董事。要处理这个案子，他们也很想处理，他们也赞成我的看法，不能这样子乱搞。但是董事长不愿意，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高捷公司，我们整个中央部会可以控制指派的董事已经过半了，啊，怎么会这个事情摆烂到现在？结果国发会讲的是说，他们只有一席董事，他们比较小，啊，绝大多数的董事都是经济部透过中钢去派的。我是不是来请我们副主委来说明一下？可以啊，哎，请说明，院长，各位委员。刚刚黄委员的指教哈，我要做一个说明，这个高捷哈不是经济部直接投资，是由中钢跟高雄市政府合资的一个公司，所以中钢有指派这个三席董事来参与高捷的董事会，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就是经济部因为对中钢这个直接公司我们有监督权，所以我们有督促这个中钢呢。要进行这个了解跟调查，那后来经过黄委员的指证之后啊，我们也很努力的去做这个事情，包括这个资料的整理，我们会希望让它更完整，透过中钢。
那中钢现在也要求高捷把这个总经理已经也更换了，所以现在是换了中钢自己指派了一个新的总经理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黄委员刚刚的这个指教，我们经济部会再继续督促中钢哈、哦，来做好这个案子的这个后续的管理工作。不是啊，你要说明，那你就完整说明嘛。你到现在你还是没有说明啊，提到国会里面的报告乱写，谁要负责？我有说错吗？这个请国营会啊、哦、再检讨一下啦。好、哦，那啊、帮忙包庇成这个样子，我直接在委员会上面点出来给你们解释的机会啊！全部站在上面面面相觑，没有人要负责啊！送给国会的报告可以随便乱写吗？那国营事业的管理这一个目哈、哦，国昌兄。能不能动？因为他这个预算才613万呐、啊，哦，那613万，我们冻结200万，就30%了哦。能不能也配合冻结10%啊？他本来就有一个专案报告，也将你刚才提的意见在专案报里面再把它讲清楚啦。可以啊，就按照院长的建议。好、哦，好，那这个我们就动。这个案子也是差不多。一样的道理了。好了，就对我知道。那也就是说，冻结100万，他们也接受。然后针对德基水库，冻结10%啦，冻结10%啦。好，刚才也都讲过了，你这个我们都改动10%，然后请他来做专案报告。你要求的是专案的检讨报告嘛？对啊。好，对对，好，我还特别记得清楚。好，我们这好。第七目国营事业管理冻结10%提专案报告，那请经济部将相关委员的提案啊、哦，就做一个处理啊、哦。那个第八目啊、哦，第八目在委员会是照列啊、哦，就照列啊、哦。那我们这边有两个提案啊、哦，一个是国民党党团是冻结50万投资审议的部分啊、哦，那时代力量党团也冻结50万，那。这边征求两个党团的意见，要不要冻结这个50万？还是啊？那提书面就好了，好不好？啊，他专案那么多了，专案5、6个了，你随时都可以问了啦。好，那这个冻结一啊啊，投资审议第八目冻结50万，然后书面报告。那第九目啊，推动商业现代化。在委员会是冻结10%，提书面报告。那这是通三的，统三的部分啊，统三的部分，我们就依统三处理着哈。这是委办会，好，那委员会的统三哦，如果他是冻结，没有删减啊，只是书面报告，我们就尊重委员会的冻结10%，提书面报告啊。那赖委员的部分，我们就依统三，因为他是委办会，就依统三处理啊、哦。赖世宝委员的，那我们现在第十目啊、哦，委员会是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那我们党团没有提案，所以第十目我们就遵照委员会的意见通过啊、哦。第十一目啊，委员会是照例。啊、哦，那我们党团各党团也没有提案，我们一样照例啊、哦。第十二目，我们委员会啊、哦、啊、是照例啊、委员会是冻结，在第二节的部分啊、哦，它是在第二节的部分冻结10%啊、提书面报告啊、哦，一样、哦。那我们现在。这个徐委员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就配合办理。那江委员是500万，这个冻结10%比500万还多，我们就是不是配合委员会的提案办理了哈、哦。那么，徐志龙委员也是冻结10%，刚才也一样也是配合办理啊、哦。李彦秀委员是冻结200万，我们一样配合办理，所以12目啊、哦。我们是冻结在第二节促进投资1,4,474,000,000，冻结10%提书面报告后
啊，使得动之啊，这里啊，在第十二目我们做这样处理。十三目非营业特种基金，我们就暂照列啊。第十四目一般建筑及设备就照通案处理。第十五目第一预备金7640万4000元就暂照列，我们就照列啊。第十六目早期退休人员生活困难照护金207万3000元，我们照列。那十七目退休抚恤给付也照列啊，因为都没有提案啊。好，那我们就进入主决议啊。主决议的部分啊，来，请大家看一下审查会保留。来，一零九案，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不可以？不可以又？啊？是不是建议那个当初我们有去拜访党团说文字上可以冻结到108年的6月30日，文字修正成这样。啊，这100年到12月31号，这边是现在改成108年的6月30。啊，现在是12月31呢？这边是12月31号。对，它改成12月30，但是我们要改成108年的6月30。所以六月三十是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的主角，这个我们的提案哦，其实已经提了不知道几次了啦，每一次就是矿业法的这个审议没有完成，我们就会一直在往后延，好、哦，就是保留这个展延的这些矿权哦，我们就会一直往后延一个会期。那这次那高志鹏委员他是延到12月31日，如果是说我们真的有决心，我们就先延到这一个会下一个会期结束，就是6月30号。啊，他已经改成6月30日啊。对，他改成六月三。好，因为我们在委员会其实也提出了。好，那就改成6月30日，我们就通过。为什么？110案来。啊，这个高度也自己有提案了，有没有也有啊？高志鹏。对，那个委员会已经决议过一次，啊、是到6月30日。他就改六月三十。他又再提一个到12月30日。我们就通过啊。再见了。啊，因都看好，经济部要看好啊、哦。等一下说，等一下主决议。啊。这个保留一下，等一下了解一下，好吧？来，110案。我们已经，我们现在是109了。有没有问题？你们是刚才说改六月三十是经济部，你们是可以没有问题吗？好，那就通过了哈、啊，没有关系啊。他们这么有把握，讲那么大声，表示，哎，那110案来，又是我们在擦屁股了。110案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在搞什么鬼啊？报告院长，可以简单的再说明一下哈、啊。这个是有关他这个经济部所啊啊，你有什么接触的？等一下再报告，等一下我讲的话嘛，你。来110案来。好，院长好，我简单的再补充了，因为这个文字已经摆得非常清楚，是有关我们的 PM2.5 在中部这个中火啊的改善。那经过相关的这个讨论之后，我们同意啊，把这个最后导数第二行做文字的修正，原来是要求在2020年以前呢。完成更新改善计划，所以现在你把它变成尽速完成5至10号机空气污染源头，污染源头改善燃烧系统工程计划。那经济部针对这样的修正怎么样？我的意见办理。OK， 好。那其他的党团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问一下，我想。好，来，请问一下。刚刚是5号到10号机的源头改善的燃烧系统工程计划，对不对？那这边有提到哈，第四部机4号机是最老旧的，最老旧的。对，好，那请问那个最老旧的
还有这部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最近台湾市政府有那个卢市长有在宴会有提到，那现在我们有折成一个专案小组，我们昨天有谈啦、然后跟市政府在对话。好，我们都通过了，就大家没有意见就通过了嘛。也希望经济部跟他对话。有，好，什么时候嘛？有都在谈啦，现在是你们要预定什么时候停止运转？是那个我们就是会来跟他谈，就是说怎么来配合，从调度的角度怎么符合乡亲的期待。哎，接下来五，好，那我们就通过了哈。好，那111，大家看一下111。好，关于111啊，本席的提案，我再次的提醒行政单位了哈。这个能源转型我们在委员会也好，在很多的媒体都看到了，政府一再的宣示。那部长也在强调这个所谓的能源，他有一个新的提案，那个对对，那个我等一下才说。来，我希望能够今天在这个场域啊，非常清楚的听到我们经济部的部长能够告诉我们新的能源政策的你的期限，大概一月底，对不对？对，所以我要听你亲自讲。一月底，对，因为平常讲，我们今天还请专家咨询会议。对，然后清楚主厨11:30。O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院长我就同意导数一二，不可以撤案。导数第五行，从中间的翻查历史记录那一段，做到。骂我们怎么可以同意、我没有乱讲一通的不行。哎，我没有乱讲，我是讲事实哦，我是讲事实，但是我同意退让，把这些文字做个处理了哈、所以那一段呢、到导数第三行。没在做这个话，我可以收回来了。原要求那个部分呢、我还是要非常清楚的要求。怎么要求蔡英文政府？要求进一步就好了。要求、不是蔡英文政府是奇怪了。政府一样啊，奇怪了、经济部没有人蔡政府，蔡政府、我们国会怎么会要求？你现在是审查经济部预算，就针对他就好了。从行政院到经济部，我们都一起要求、你可以要求行政院，你可以要求经济部，你怎么会用一个？很什么蔡英文政府，我们都是来，你们也不要对蔡英文那么敏感干什么？不是啦，我们是很中性在处理事情啦。我们的国会的文件，经济部国会的文件没有写什么。以前你们也是一直讲马英九政府啊，那是假，但是国会的文件就没有这样。马英九政府名叫植肉这样。好，我们用修正一下了。讲到选举，你又在讲选举了。一月底以前，那国民党这个好了。蔡英文政府，我们改成经济部了，还是哈、还是行政院都没有关系。我希望部长哈要非常清楚，在一月底以前一定要把新的、蔡英文改经济部了哈，讲清楚、说明白了。对，好了，改经济部了。好了，好来来，政委，再改为那个开议后一个月，一个月内啊，开议后了，就一不啦，下个月底嘛，下会期，好，下会期，那个要找。院长各位委员啊，我这个提案我还是要讲一下。他们都只写一半，2017年的时候，的确供电来说比较吃紧一点，因为有些在大修没有上限。那你们都不写到2018年的时候就没有低于6%的天数了，那可见我们的能源配比是对的、啊。这地弄埋下，后尾弄埋下，还假装接电话，好不好？所以要还人家公道。经济部在去年其实把全台湾的供电稳定做到非常好了。那前年的815那是发生意外事件，你给下起我嘛尊重啦。那2018年供电稳定，你拢埋下。等一下，现在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你们的那个合理的啊、合理的是6%吗？大概不是吧？不是6%啦，12%吧？还是好，我们这样子啦，这个案子进我们达不到12%。对了，进当是6%，当然进雄是10%。对啊，好了，我们这样子啦，这个案子已经。修正就是蔡英文政府改经济部了，我们就修正通过一个月改下会期啊、来，那111案，112案来，好，那我们就通过113案，好，我们就通过114，好，我们就通过115，好，116，117，遵照办理，118。这个文字修正，跟来118的文字修正来，就是倒数第二行的部分哈，经济部督导工业局及协调地方政府，啊，这样加两个字，协调地方政府。在第几行？在倒数第二行，就是118案，
的倒数第二行，好，那请经济部督导工业局及协调地方政府。好，加两个字。对，那这个协调。对，也跟郑委员做报告了，所以委员。协调什么事情啊？郑委员都做机关，来等讲清楚一下。是。不啦。要讲什么事情啊？那协调什么事情？这么热衷在讲什么？这个主那个主决议在谈什么事情啊？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临时会已经有一个决议了。什么决议？就是照那个来去督导跟协调。决议内容是什么？我引用前面的。你们那个可不可以？我们党团这边有没有内容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就跟总召讲一下，有问题也要跟他讲一下。没有问题啊。不能聊时间，大家跟你讨论这个。这是之前的决议。有没有问题？是没有。那个，暂时安尼，我等你看一下好无？啊，因为伊拢爱注意，伊拢白机关。好来，来啦！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了哦，就增加协调了哦。党团啊，党团这边或许要提供一些信息，你们先看一下主决议了哈。这个念很快的啊。那一九有没有问题？好，一九那就通过，还有没有？一二零有没有问题？一二零要修正文字。来，一二零修正文字，来。一二零修正文字，我是在倒数，倒数第四。好的，倒数第二零，第四嘛。检讨合适回馈金，那从那个回馈金发放基准及协助家园孤立之办法这几个字，还有最后经济部并应以第四核能发电一直到最后居民的权益呢这几个字能够删除。然后我们把它修正为，两个月内检讨合适加强照顾弱势族群之敦亲睦邻，敦亲睦邻，作业及协助家园富裕之办法，并向本院提出书面检讨报告。好嘞，是嘞。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啊，121案遵照办理。他这两个月他们是不是要到他不是要到我们这边来？他只是他们。内部的检讨那个没有关系，啊，到立法院是下位期了啊、哦。那来一二一，遵照办理。好，一二一，一二二，修正修正文字。来修正文字，赶快来画画。就倒数第二，倒数第二行，应以两年内完成压炼制程改为天然气这几个字能够删除，就然后加上。尽速完成炼焦炉淬火塔湿式改干式煤矿砂，堆置厂室内储存等改善措施以上。阿内塞呗，好，那我们就修正动过来，一二三，修正文字修正。一二三要文字修正，一二三文字修正呢是在这个倒数最后一行。应以两年内将兴达大岭燃煤电厂改为天然气这个部分呢，我们建议修正为，应以高雄空气品质不良期间，在电力供应无以使执行兴达电厂燃煤机组降载减排，令兴达新燃气机组应以环评通过四年半起陆续商转以上，好不好？这个为何要四年半？123案哦，先保留。因为他那个文字，我必须要跟部长说明哈，就是说，当初反空污大游行的时候，其实公民团体就很清楚地提了这个诉求，也压了时程。那个时候压的时程是2019年，啊，我们大家也知道，说2019年就是今年也做不到，但是你总是要有一个当大家可以看得到未来时间的限制，你不能这样一言再言啊。这一次在选高雄市市长的时候。两大党的候选人，包括韩国瑜，包括齐迈兄，他们两位针对公民团体所提出的这个诉求，实际上他们都签署了承诺书哦。那当然，他们承诺是属于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地方首长、市长候选人，他们对于选民所做出来的政治承诺。但是，当两大党的市长候选人都愿意对市民做出这样的承诺的时候，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这一件事情对于高雄市的市民对高雄空污的改善大家看得有多重要。所以针对目前经济部所提出来的这样子的文字我必须要说了齁，因为它真的拖得太长了。那如果说经济部这边还有讨论还有协商再进一步调整的空间，把那个时间让大家比较可以接受一点，
那我们保持这样子开放讨论的空间，但是要按照经济部现在的文字这样子过，对我们来讲可能没有办法。对于在这件事情有期待的公民团体，还有高雄市民交代。好，我们123案啊、哦，再沟通一下啊、哦。OK， 那124案，124案征召办理。好，124案没有问题哈、哦，在大本的，125案，这个并109案。125案并109案啊、哦，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针对就是正准备展延的这些矿权哈、哦，对，那刚才已经冻结，对，108，所以其实这个从2017就开始提到现在，那这个是党团所提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展延的冻结应该是核准到这个6月30号，你就已经有刚刚讲的是有已经讲过，所以并109案，对，并109案并案处理了哈，但是还是要出来宣示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真的是觉得矿业法拖太久了，矿业法修法拖太久了，好，如果再拖下去，我们这个冻结的矿权展延案，我们会继续冻结啊，来。好，那125案就并109案啊、哦，并案就是照那个决议来处理，主决议处理。那12541，那个遵照办理。那遵照办理，好，你们看一下啊、哦，没有问题啊、哦。好，那我们就124怎么样？啊，你拢无要看，你大概不能问怎么样？问我每三步就啊，赶快看啦！遵照办理，每三步的。是啦，要看啦，你们要主决要先看啦。当然要看啦，我说就是问你啊，问你啊。124案我们就遵照办理。应停止。125之1呢？啊，125之1是遵照办理。124他们还在协商啊。对，没有125，党团要求这个保留。125，没有他们党团要求这个要保留了。好，125保留，那到院会处理。好，125保留，125保留。125保留了啊、哦！问你写124，你看呢、啊？你要看内容，你有问题。来，你禁止中油市场的中油淮阳石化厂与高雄市场这什么意思？应华应了，应停止。王国璋提的、啊。那个，请国运会进来。那咱呢？恁甭管，咱先看一下，咱的助理爱先看一下啦。你无先看，咱要速度要搁赶紧啦。我问恁，我看恁看就知哦。124，停止那个中油。124啦，恁讲同意，迄个总召在关心啦。讲你也当停止一间公司。哦，这个已经跟院长各位人报告哈，就岳阳石化公司已经中友跟日方的投资公司哦已经合议要终止了，所以这个案子哈，对方已经宣布了，日方已经宣布要终止这个岳阳的投资案，所以这个黄委员的这个提案我们是遵照办理。好，那125之1。我们就通过了、哦、那现在是保留123跟125，对，好、哦，这两个案保留。好，那经济部主管的部分我们就到这边啊、哦。我们现在休息30分钟，让部长吃个饭啊、哦。那所有的工作人员也吃个饭啊、哦。那我也要吃个饭，然后去上个厕所啊、哦。好，我们休息30分钟。我也请魏处啊。卫生署去跟他们党团说，他说只要党团同意就 OK 了，我们就是直接把它改成112年七月一号。真的很破啊，好吧，当然这样。好了，听话。